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哎呀，别进了个姐姐，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办、啊、哎呦哎呀，怎么你怎么一下子进化成这个样子了？怎么了金哥，勇敢面对你的人生吧。干，哎呦，比我想象的那个哪个是你的这个这个，我的个妈呀，这谁的船？这是陈涛的床。妈呀，挺好的，算鱼排嘛，办法嘛。那就这个虫要在这个里面吗？对，涛，你给爸爸叫的不错。我回上海，你在这儿吧，换一个老勇士上来。你别追了，别追。就很多时候坐着坐着，就是因为太多别的事情。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知道徐老师怎么讲吗？还是你们的能力不够。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这儿的。母亲是爸爸和妈妈的骄傲，大不了回牡丹江呢，那个家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飞猪暑期大放价，1688元红包送你花。本节目由飞猪旅行赞助播出。互动。我的战争开始。哇哦，哇塞，弄得已经很不错了，还是很棒的哈。哇塞，感觉一下子就变了一个样子，这样子还挺好看的。对，就挺好看，我是觉得这样子觉得挺好看的。嗯，看那个船，我脑子里有很多设想，我觉得它可能会是烂烂的，但是后来看到成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船了。船师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大师傅，但是在我们三个人眼里，他就是大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虽然他很多东西不愿意我们去做，害怕我们受伤，害怕我们怎样。哇塞，师傅您动作真快，我不得不说，是不是我们不在已经动作刚刚快呀？来，马哥，给你看一眼啊。哎呦，说实话，我都不想动这个船，他现在已经很帅。里面现在也节奏很快，节奏非常快。展厅现在是在稳步进行。不仅是我们15位少年，还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帮助我们把这里变得更好。所以我也是蛮开心的。我们先清理场地，来吧，清理吧。马哥，嗯，戴眼镜，这下面一弯东西很容易飞到眼睛里。嗯。对。不要弯腰了，腿不好。小心啊，你应该戴口罩。没事。破了。来，要船给它弄上来。好，这个四刀给我弄下去。来，我们先弄那个吧，旁边。先打。来，二一走。大力选手。好，放下。放。我慢放。放下，没关系，放下。好。把长的也拿出来你。拿出来这长的。长的。他先压着呢，师傅。来。我们这四道还是把条石拿出来。来，把这个石头跑了。石头拿回，这个我从外面过来。你来看，跟来帮忙一下。哎，对呀，我这里给我。好。出来了。出来，好，放下。
落地了，第一步落地。慢进，转过来。好啊。大炮出来。可以啊。推推。现在直接推啊，推就行了。推推推。哦，推就行了。现在开涮啊。推推。啊，那就推掉了。了。哎呦呦，360。哎哎，过了过了，来往回。到了。OK OK OK， 再来一点。OK。那就先这么靠着吧。啊啊，先这么靠着。你们也可以想一想，里面这些船体里面放啥呢？马哥清华入学的照片放这儿。那你上一期第一的截图也这样放这儿吧，放这儿吧。那我只好把我的歪嘴战神放在这儿。我是不是以为这那个平一下你？哦，平一下。嗯。这木槽也可以。哦，平着放，他想让平着，他想要受力均衡一点。嗯，哦，来，他会算一下，因为天气太累，我们弄好就好了。哦 ，no， 不，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还要。我们待会我们自己来问师傅。我们要焊那个叫什么？我们焊个架子。我们还焊个这个铁架，把它支起来。我们焊一个这么矮的架子。你们就焊这个铁架就。对，下午我们焊工有工具来了，我们正好。我们焊就好了，您就不用管。对，您不用管了。对。师傅回去吧。您就晚上等我们去找您吧。我们也送一下，我们 对，我们也往上送一个。走。现在我叫他回去了，他好像有点依依不舍了。我们一会儿还见呢，一会儿还见呢，师傅。天气太热。对，天气说你下面的船太热了，不能在那里弄，铁焊太热了，要这么搭起来，要不搬到阴凉处。刚才我叫他回家的时候，他头就这样子看一眼，就是很舍不得。你看他眼睛都红起来了，没看到？哎呀，魏师傅，我就擦一。没事，晚上我们来找你。哎我，哎呀，没事，魏师傅。好，晚上我们来找您啊。嗯，打个电话回去吧。好。没有太阳的，哎呀，哎呀，魏师傅，没有太阳的地方。也是，被太阳晒很厉害的。明白。一直在那晒。受不了。这个，我们晚上见，晚上见。我很快，我们弄完尽快马上就回去。您放心吧。您放心啊，这，放心，您放心，然后这修船也是，没您我们肯定是干不了的。晚上找我。好，魏师傅。晚上见啊。我们一会儿弄完就回去了。好，就焊两个，不多焊。哎呀，怎么走吧？快不行啊！快点干吧，那么快点干。每次看到老人这样子，我就受不了。快点干完，快点回家找他。快干完。上微博点评少年们在海岛的表现，分享你的岛屿少年观后感。先焊东西吧。将军之面，只好遮的是。你有没有好好遮，马哥？好好遮，马哥。你这遮的，遮给我们看的这面倒是。来吧，上来试试。来，三，哎，好。想脚，哎哎，好，可以放，先放。哇，哦，但可能会不是很稳，是吧？没事，后面再加一个位，后面加了就稳了呀。它这个角度比之前那个大，所以，我看看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稳一点？我觉得后面加一个是不是就稳？因为它下面是也是一根在底下，不，后面加一个好像更不稳。我们要不然在底下再晒点木块？对。哎，感觉是好一点哈，对吧？很结实，堆点石头，石头本身它也可以把底下来堆吧，我觉得真能堆了，它现在很结实。Nice， 我们去搬吧。30袋，这带多少斤？100斤，80、100，我觉得。感觉抱1.5个在在，走吧，兄弟们。你玩，你一人一袋，一人一袋。我们3个人一袋吗？你好，你拿这袋，我拿一袋，走。别，3个人一袋啊！快，3个人一袋，这观感实在太抽象了。你们俩走一袋，不是？我们先搬，然后你们过来帮我，好吧？就这样。
一群要强男，谁最要强，懂了吗？该放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放。该好男，你相信我。好男，好男，你是我真的好男。真的假的？真的，买都送。谁？真的假的？真的。哎呀，这个男的怎么这么要强呀？我真的，我折了。他把我俩架在这儿，怎么办？我真的，我给你放上去，仔细点，放上来吧。这个男的，谁能帮我呢？我是被架死了，反正是。我真的无语。马哥，哎，让你帮马哥吧，你看他。不用帮我。这玩意真的重，兄弟们，我以余山大力马的名誉担保，这个东西比三个载载还重。马哥装不了。三二一，我里面走，不要外面走，不要框里面。行不行？我来。OK， 三，放，往后，把我给往后拉。我这边杵着，拉。往脸上拉，对嘛，这个多好看，这个对，比想象做的好。哎，是啊，我看到石头的时候我感觉挺好，是好看的，这个好看的，就是要它感觉刚从沙滩上运过来那种感觉。对啊，是好看的，这石头选的好。天哪，来吧，男上去去搬，哥们努力走去搬吧。Yes！ 让马哥。今天真的暖吗？这是个问号。我听徐策的，徐策指东，我打西。西侧之北，我打南。回家是吧？那行，我在这里头。到完，我在这里头吧。又嫁我们，我真的让我俩回家，他在。我等会走，要把一把火把床烧了。这个，直接把船直接烧掉了。都别弄。哎呦，三二一走。三二一走。我把这个老命舍在这儿给你们，我起。行，可以。马哥快上！别，把你打过去。最后一代了。结束了。哇塞，他弄的已经很不错了。哇哦，是不是马哥？是的。哎呦，还是很棒的哈。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展板上，展出我们在微博上征集的网友的作品。对，大概到时候会贴在哪？这附近。这附近，我们到时候得作品来了，我们具体安排。不过还是真的得谢谢微博网友的支持，实话。谢谢，挺温暖的哈。我们发那个视频之后，真的还能收到好多作品。对，所以是在意料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能收到那么多那么高质量的作品，这真的会让我们这里会变得更好。接着干吧，好吗？这办事努力干活吧。哎呀，外面的我们自己的作品还没做完呢。是的。立起来吧，三二。你再憋一下。靠着。太像样了。Come on， 上来。别人不能踩，我们还不能踩。
这个播出去大家都来猜。啊，那算了，你拍张照是可以的。拍张照可以的。哎，我这发型真是个妹妹我。收工了，今天是一个大工程的结束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真的是我们从救船打伞最后了，家人们爷们要战斗，我们大石澳运到鱼鸟，然后再从鱼鸟再给它组装起来，这个过程非常长，跨度非常远，这个过程只能是大家一块干才可以，就光靠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真的。这是船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在它落地之前，它能一个最好的效果展示给大家，完美的开始，它也要同样的完美的结束。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踪，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知道吗，老船长在车站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相处不管多久你们都是要离开一山岛的。又不是不回来。哎呦，对，他就眼睛就在打转了，他一直一个人在那里念。哎呦，他就是也是孤单了，特别的孤单了。哎，师傅，我来了。哇，一桌师傅。上次叫爷爷了，爷爷了。哇塞，爷爷您坐这一桌。我的天哪！真的。我这个怎么你可以拆差？那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俺并不了，给你吃。你这膏药你可以贴一贴。对，我你哪不舒服，我们先给您贴上吧。不行。要不贴脚上也 OK。这块这不一样。这里吗？这里。这肿了一点，这肿。说是哪？哎呦，肿成这个样子。这儿哈。哎呦，说你手别。那您先对，您先放开，我来。您先弯着，我们贴以后。OK， 你伸直，没问题，这样伸直是没问题的，这样伸直它只会皱一点，但不会跑掉。那我们直接上桌吧，上桌吧，爷爷。爷爷您吃，您坐这儿。爷爷您上桌，您上桌。吃饭喽。OK， 吃饭，太棒了哦！坚持老久啊，还要吗？啊，这是那最安全了。点的，坚持老久啊。白的，那是。师傅说坐好，师傅请你们酿的自己酒给你们这几个孙子。真的吗？真的吗？真的。你没酒，你别蹭好吗，马哥？我受不了了都，老蹭我们的酒。他就得坐门口啊。哎，我们倒，哎呀，没事，我。马哥，这个没关系，真没关系。来，爷先给爷爷倒。爷爷喝多少？哎，那是。哎呦，还要倒？还要？坚持老酒啊！还要吗？这是最安全的。来，坚持老酒啊！来，许飞，来。哇，好香啊，这个酒。白酒。好了，你少喝点啊。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必须成年以后才能喝酒哟。我们这喝的不是酒啊，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行程，因为爷爷说就是他们以前他们家的孩子就是这个最受宠的孩子才会喝到酒，对，但是最好不要喝啊，这个是答的，这个其实是对，好，敬爷爷，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要健康，好，大家都要健康，长命百岁，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哇哦，够劲儿！来，欧姐，给你先打汤。好，谢谢。谢谢欧姐的照顾，反正这段时间，哎，没您我们很多事都做不了。欧师傅，您猜猜我们三个人谁年纪大一点？是欧师傅好像让你猜过，谁年纪大？其实我年龄最大，温师傅，我25。我们俩都23，24啊，他24，我23。那大孙子先进了，先进爷爷了。赶紧大爷爷，大孙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太多不行了，太多不行，慢慢啊。哦。这个酒好像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味道。来吧，吴师傅，我敬您一个。哎。可以，还是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好。
大家都健康。嗯，好，大家都身体健康最好。对，我文师傅是身体相当好，70多岁了，是八十多，80多，现在那您现在年纪慢慢大了之后，也要自己小心一点，小心啊，膝盖呀、啊，主要是慢一点，慢一点。我们20多岁，二十多岁就挑了200多斤，所以生病，嗯哼，这个爸爸、母亲不没有给我们看，他吃了了歇息了，那里面就没有干过了就好了，嗯。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很多，太苦了。现在的人幸福，哎，来吧，三孙子来，来，这也是祝您身体健康，只希望您身体健康。不要，我们坐下，不要站起来。你们这样就也是辛苦的，晒太阳好厉害喽。没有，我先喝了。是啊，嗯，晒太阳很厉害。我们可以，我们还能，我们还年轻，对。是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也这几个岛，我们还会经常回来。嗯，师傅，而且大概率我们三个会一块同时一起回来。对，我跟你说，我在岛上，我们之后还我修会修一个建筑，修了一个房子，我会时不时回来看看这个房子没有漏水，你们要不要检修？我会经常回来。对，在羊骨尾，在灶那边，所以您放心吧。到时候可以带您去看看，等他那里弄完。嗯。等我们展办好了，整个都布置好了，再请您去那个云鸟村看一看，好吧？你们叫什么去的？我们干嘛不去？这个床啊，这个木料坏，做漂亮做不起来。很漂亮，今天来过所有人都说好看。好，我给你看一下。哎，你要相信我们审美。床面是红薄薄，你看，这床现在是这样子了。我们底下撒了一些石料。好看，真的好看，好看。这个船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一个船它已经没人用了，就像您把它给拼好了以后，我们放在那里。然后呢，我们这个名字叫陆上行舟，陆地的陆，就地上那个船在上头开，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船从海里它又跑到陆上，但是它依然在走，就像我们一块儿在这个岛上也好，您呢的工手艺又把一艘废弃的船，已经不用的船，小欧姐的船又给它拼起来，然后我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小欧姐有朋友还去那里拍照呢，真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漂亮。耶、yeah. ，来来来，不说了，敬文师傅一杯。来。Oh God！ 是啊，等会儿我这个快两天了。啊，就可以亏吧。他说有你们三个算是很幸福了。他说，哎呀，说这儿，我要替师傅决定一个更幸福的旅程。刚我看到了，就是福州这边，我之前就想带师傅去看一下，就是关于船的博物馆，就想让你去好好看看，就真正的大船，给您看一下，你看看是什么样的。哦，马尾船镇主题，他这么多年其实。很多年没离开渔山岛，甚至连省会也没有去过，所以想带他去福州看一下。这是一个带你去福州去看船，船舶博物馆是吧？船舶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干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把那个船拼好了，也是让别人去看。圆一个梦，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大师傅，但是在我们三个人眼里，他就是大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虽然他很多东西不想让我们去做，不愿意我们去做，害怕我们受伤，害怕我们怎样。所以浪希望带他去那个船的博物馆，就是告诉他，您坐的这些船和这些船比起来并不差，您也一样，您也能做出这些，您也是做了一件艺术品的。对，您三孙子都给您决定好了，考虑一下，好吧，我们也不强迫。以前这种船里面模型是吧？我们可以去看看看看。你们两个孙子应该给爷爷跳个舞吧，唱个歌吧。哎，我们唱主题曲给师傅吧。我们唱主题曲给师傅。我们会一起唱主题曲。你们先给师傅来唱，连探他跳来一段来。还要跳、啊？他们俩会跳，来吧。我要找二楼二的那个嘛，就急了喽，在那边。所以，等一下后边专门两瓜跳舞，所以后边怎么来？他们有会两瓜，有会跳舞。对吧？有两瓜跳舞，来吧。一点。我就围着着呢。他说你这句话讲得很标准，再讲一下。你们两个上吧，两个跳舞，来上吧。师傅您看不看？你想看我们俩就给你表演，我们俩给你跳。好。来，我给你放，给你们俩找音乐，我来找音乐，来你们上吧，来吧，准备上吧，来。
来来来吧，给师傅跳一个，来呗，我们俩差不多了，用动作。眼神啊，注意眼神啊！我给你们俩录像哈，要比那个舞台上还要厉害哈。三二一，走。别的眼泪我还不懂，淡的就像风，期待一道彩虹，连接我们的天空。来吧，来喽。每次看到老人家能这么健康，这么精神，这么积极，这样子我就感觉挺开心的，因为有件事情让他们一直在做，就每天的生活它是丰富的，是远饱满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挺开心的。师傅，您说这电锯我锯哪儿？看这个就不能锯的嘛。啊哈，我就这个就可以。您看看我这个可不可以？可以，可以转转 ，OK。师傅，我们俩可以做什么？他替我一会儿。给我来一下。给您来一下，不，我可以啊。哎呀，可以可以，可以你做。年轻人嘛，你这你年纪跟我孙子一样。是啊，来，小手拉大手来。这个比那个厉害。这样吧，我们是您孙子辈的。对，我们是您孙子啊。呀。OK， 温师傅，没问题。来吧，喝完杯中酒，最后一口，最后一口啊！好好好。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上微博点评少年们在海岛的表现，分享你的岛屿少年观后感。这柠檬黄和海之盐蓝的搭配很有海岛夏天的味道，希望这儿能吸引更多的岛民来 walk 一下，感受海之盐和运动搭配的魅力。对啊，听说海之盐举办了好几次健步走活动，今年是在海口。运动时来瓶海之盐，我就问你 city 不 city 啊？那么 so 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哎，这是新款海之盐吗？对，这是海之盐等渗吸右尾500毫升，运动时带着它更方便。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去参加海之盐健步走活动吧。好呀，我们可以带着它去岛上健步走几圈。好，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请，来。继续吧，画完就能一起健步走，一起海之盐了。走吧，走吧。喂，喂，你好，哥。哎，你好，丁真是吗？对对，我是丁真。哎，你好，丁真。哎，我是月亮湾的殷建平啊。哦，你好，你好，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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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这样子的，前几天不是你和几位少年一起在我们月亮湾举办的那个音乐会吗？是的。对对，非常非常成功。所以呢，为了向大家表示祝贺呢，我们月亮湾特意在傍晚6点半的时候啊，在我们户外草场舞台那一边呢，就准备了一场烧烤的活动，为了大家庆祝。好好的哥，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你们的认可，好的，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哥，下车，下车，走 ，Hello， 欢迎，你好哥，欢迎。真的欢迎，好，那就太多人了，不用一一的握手了啊。好，来，请大家到跟我到那边去。好，走吧。前面为你们准备了一些烤串，还可以唱唱歌。哇哦，不错嘛。先烤串，烤串，烤串，这啥呀？哦，调料包。
料呢？孜然粉啥的呢？有吗？孜然粉应该是有的。有。怎么火候的时候打的？太好了这。好香啊！你看不抹油，它不带起火。灰灰没看出来呀、啊？怎么了？我不会烤啊，假装试一下。我不太会。停止。龙哥，勾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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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丁真，丁真，快！他们说这很好吃。太好了，牛啊！这是牛肉。丁真妈妈把这个拿过去。哦，真好吃，是吧？这个好吃吧？哎呦，辛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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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啦，辛苦啦，敬大家，我们永远十五个人是一家人。早让力哥当队长多好，岁数又大又会发言。俊逸，你选我干啥？好，今天就是我的上任之日。这几步的，那我们就走一个吧。那不，我学乖了，咱们得投票，不能指认啊，咱们得投票啊。朋友们，还有33天。你知道今天浩特在车上跟我们说，那个还有30多天的时候，已经快受不了了。哪话能唱歌，赶紧唱。我不唱。你知道我其实在规划一件事情，你说我们一帮人来自各个地方，我还在想我们真的能不能就结束以后就串着走一趟。欢迎大家来上海，去力哥那儿吃50盘烤肉，去力哥家团建。你们来放心，欢迎大家第一站打卡上海啊！我浪浩特，咱们三个在上海等大家。帮我名字打10折啊！很开心。哎，我要尝尝这咖喱。哎呦，我要吃这个鱼。哎呦，这今天什么？怎么回事啊？今天好辣呀！这个怎么这么辣？这重庆菜吧？哇，这好辣，真好辣！弟弟，你是不是爱吃这个？我完全就是说是一个超出我的一个辣度的一个就是忍受范围。但他跟我一样放了番茄。哦、spicy, I love。都是菜都上了，上米饭呗。鱼香肉丝，鱼香肉丝，这边怎么会有鱼香肉丝？我爱吃咖喱，我也吃咖喱，尝尝这咖喱，朋友们。飞狗，妈妈今天要做你教我的咖喱。我又吓我汗都出来了，哎呦，给我。飞狗，妈妈今天要做你教我的咖喱牛肉。给我，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哎呦。飞狗，你看到这个肉是不是很香？好吗？飞狗，是妈妈做的好吃还是你做的好吃呀？看看，哎呦我天哪，还有这一趴吗？救命！我就害怕有这。好吗？飞狗，好了。好吃还是你做的好吃呀？你做的好吃呀？那必然是我做的。120天做一个展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会成功，加油飞狗。我会得那个叫什么的。来吧，发言吧。飞狗，怎么说呢？我这个，这个做咖喱呢，还是我好吃一点的，确实是。毕竟我们家只有我做饭，那是这样子的。这是，我想了10000种可能，你们知道吧？没想到是啊，来，请看，这是我的成果。你看，我妈还在炫耀她的成果。舅舅过来了，哪个是舅舅？你这背影的人，是背影的人，欢迎，很好，完美，别。这个时间段说实在话进入梦乡啊，是睡觉最好睡的时候，他能起来，对吧？啊，你是遗传是吧？你是遗传遗传，进入梦乡的时候能起来，这个我觉得是和电话很大。这个是考拉做的，不知道
成套的黄鱼养得怎么样？反正我们现在的小黄鱼做的是非常成功。IP 组全体起立，我只能说，非常感谢冲到这个饼干的少年，其他少年全部拥上这个人，大大的拥抱起来 ，OK？ 哎呦，哇！谢谢谢谢，因为我真不知道这是 IP 五他们这个模具是哪来的，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是我们给的，开玩笑，真的非常感谢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一下，就是反正挺开心的吧，看到这个视频后面的我这个手是明显就是这个讲话就是必须要有一些这种才能讲得出来啊，对，是属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对，嗯，很温暖，很开心，可以。我是妈妈。也上得好久了哟，现在还来床铺哟，少吃零食，多吃饭，在外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妈妈很想你，大家都很想你。静娟，我是爸爸，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恢复得还可以，家里一切都好，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哎呦这哎我真的不能看这种东西了。弟弟老师对，其实因为我唯一的担心，其实我爸他上岛前确实是身体出了点状况，但后面最担心的是我爸爸，然后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就是上岛一个月的时候他身体就已经恢复好了，之后我就是对其实还好，我没有说特别那啥，因为他一个月就要回去了。嗨，儿子，好久不见。儿子，介绍一下你们眼里的亚凡。我眼中的儿子，在家里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孩子一样的。然后在屏幕中的儿子，看到的儿子是一个成熟的、有担当的一个男子汉。现在还是大舅妈说一个一个学啊。希望你的长得越强，变得越高，越来越好。你说的好，真的好。希望他们成功，可以建立的更加美丽。好，祝他们成功。可以。我妈还是收敛了，看得出来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吧？然后就是没看出来吧，我也是个慈父严母家庭出来的一个小孩。还好我妈没走煽情挂，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实话了，好美啊！Hello， 阿布，我现在在家里。听说最近你在岛上工作很辛苦，记得注意身体。我们都很想你，你回来我们一起去赛马。那必须的。哎呀，阿布是什么意思啊？阿布是哥哥的意思。那我们这弟弟会怎么说呢？弟的话，努，叔叔呗，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兄弟，做兄弟在心中，做兄弟在心中。对。想我不呀？在这些时间里，觉得你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好，很为你高兴。岛屿少年的各位少年们，你们好，我是曾祥威，小祥的朋友，我是 Jessica。希望你在接下来岛上的生活，希望你可以不要有压力，尽情发挥你的才华，祝你一切都好，一切顺利，拜拜。哎呀，邱静宇，
我在北京，我在上海，我在深圳，我在成都，我在厕所，我在为你加油，为你加油，为你加油。山重水复疑无路，山重水复疑无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鲸鱼就是故，我们鲸鱼就是故，就是个。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鲸鱼。兰州人每天早上以一碗牛肉面开始，这也是你喜欢吃的早餐。现在你的这个鱼山岛的这个礼堂，你们干得怎么样啊？也要扣我挺期待你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建筑早日落成，我也很期待在落成的时候我在场见证你的幸福时刻。我也不会说什么，很少和你这个沟通啊，也几乎没有说过面对面的说过我爱你。哎呀，说这些，现在、哎、爸爸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爱你，妈妈也很爱你。哎呀，说这些，我感觉就是我爸爸他呢，他是个特别好的人嘛，他不是非常善于言辞，然后，他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照顾我，算是就是很多很多了，就是已经。然后因为呢，就是我咋说呢，就是爸爸我也爱你啊。哎呀，因为我印象中我爸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喜欢拍照，也不喜欢给别人拍照，也不喜欢自己拍照。儿子，你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给自己录像，然后又去了那么多地方，就是我们以前生活的那个大学，就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山，去操场，然后去篮球场，然后就感觉，哦哟，那他一个人去拍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也是挺感慨的？因为没有见过他，好像跟我，说那么煽情的话，还说我爱你。燕君，妈妈知道你这段时间遇到了一点挫折，可能身心会感到有一些疲惫，但是经历过这些以后，你的心智会更加的成熟。我也相信我的儿子会越挫越勇，归来仍是少年，加油。我妈妈妈很知性，好像很漂亮，妈妈非常燕子姐。我妈是非常开明的，她最近一直在问我说说你累不累啊，想你了，累不累啊，想你了。而且我跟我妈现在的交流是那种经常会说我爱你，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也反思自己，就是好像确实跟她沟通还是少，而且我俩经常大就是一大段时间不见，一年半两年那种，就经常。所以我爱你吗？正在看新的一期节目。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嗨，大家好，我是罗贵妇的爸爸。我是贵贵的妈妈。我是贵贵的姑妈，贵贵我爱你哟。我是贵贵的姑父。说一下，贵贵在你眼中是个怎样的小孩吧？龟龟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乖巧懂事的男孩，从小就非常的懂礼貌。哎呀，龟龟，哎呀，龟龟累崩了。看了这么多期节目，我见证了龟龟的成长和进步，这源自于其他少年对我们龟龟的关心、照顾和鼓励。作为妈妈。再次深表感谢。龟龟加油，岛屿少年加油。其实也是有一些于心有愧，就是在
没有办法那么的同步我每天的事情，然后没有那么平的嘘寒问暖给到他们，所以我是来到这边有一些愧疚的。我奶奶有一次跟她视频，她说你现在黑的就像是，就是觉得非常心疼，然后有在质问我为什么要去那么热的地方干这样一件事情。我告诉她说，虽然是有一点辛苦，在这边有很多没有体验过的人生，有很多就是能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是值得的。但是还是很怕跟他们就视频的时候展露出我相对憔悴或者是疲惫的一面的。太太，就是你在那里大屿山岛应该有几个月了吧，在那里辛不辛苦啊，累不累呢？我跟你妈妈就是看你们那个录制的节目，感觉你有点黑了的感觉，好像瘦了的感觉，但是呢也精神了不少。阿特，那健康第一啊，安全第一，知道吧，在那边。啊，好了，那就不落了啊。很熟悉，很亲切吧，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可以。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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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喏，岛上挺热的吧？哎，我奶奶。你在那干活挺累的，挺辛苦的哈。吃的怎么样？吃的好不好？你要注意身体啊！你以后不要老往家里寄东西，你在外面花销挺大。多攒点钱，留着好娶媳妇儿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奶奶，好像你有两个多月没有给她打电话了，对对对，然后，哎，也是怕她担心吧，有的时候在那个网上看，因为也加过很多那些卖水果的嘛，比如时令的什么的，然后会买一些水果邮给去，然后给老人吃嘛，因为他们总是不让买嘛，因为觉得哎呦你攒点钱嘛，但是这不行，我看不到老人说这不行，这真不行。嗨，丽丽好呀，好久不见，家里的人真的还挺想你的呢。在这次节目里看到你又学会了新的技能，做了各种新的尝试，这个过程里可能做得不够好，也接受了一些批评。作为妈妈，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些声音放在你的人生路上，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它能够帮助你变得更好。这120天是很特别且有意义的一段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希望你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无论发生什么，家人永远在你的身后，无条件地爱你哦。想你了，等你回家必须第一时间尝你的黄鱼馄饨。其实我刚刚看到大家的那个 VCR， 其实我有已经在想我自己有没有 VCR， 因为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但父母很在乎我的形象，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年纪大了，是不是白头发多了，会不会他们的形象会影响到？哎，觉得董丽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够年轻、不够帅气、不够漂亮？但是，哎，我想在这里说，其实。妈妈，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
高飞高飞高，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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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教练来了，哎呀，哎呀，夏子啊，哎呀，难道去老玉城？我要你来了，要太惊喜，太惊喜！林女士，妈妈，妈妈，快来吧！哎呀，哎呀，啊，别这个爹去。对，李真，马哥，马哥，我妈，这是你的，哦，你好，你好，你好，我要抱你一下，宝贝，今天我们太照顾了，真的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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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啊，你好，你好，你看到了，我一老天看到你节目，谢谢，是我弟弟，哦，长得好像哎，我弟弟，也是帅哥，来，老妹儿，老妹儿，老哥。都收着呀，是啥呀？里面有你的礼物，是好凉。谢谢谢谢谢谢阿姨，哎呀，搞这些，谢谢阿姨，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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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好，哎，你好，我是小马，然后徐飞的朋友，整天都看到徐飞在麻烦你，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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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朋友不谈，哎，你好你好，鹏鹏你好你好你好，陈涛陈涛的爸爸妈妈妈，阿姨你好你好你好，阿姨你好你好，叫我小马就可以，叫我小马就可以，这个是我堂妹，你好你好，堂妹啊，姐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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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的 CP 吗？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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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我妈，哎呀，宝贝，真的是，哎，这看看，腿好了没有？好了，好了，看一下，看一点事没有？化妆了，老妈，老爸，你化妆了吗？化妆了，哈哈哈哈哈，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大家再看一下，我刚才分给你们饼干，谁抽到爱心了？那个幸运儿在哪里？他怎么没有？没有，有个爱心，有个爱心。爱心饼干没有四个玉，打开了吗？你们打开看一下。没有啊，就是这抽到的，我们14个少年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谁这么好运啊？谁？打开了吗？你们打开看一下。我输掉了，已经吃完。爱心的有。你也不在意，他吃了啊！你吃掉了啊？那不是丁真的弟弟吧？丁真的弟弟吃掉了已经。哦，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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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丁真弟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虫草礼物和哈达，好吗？来，弟弟出来，我们好好抱你，让他在这边抱一下，好好抱一下我们的圆。来来来来，一二。弟弟，弟弟感受到热情了吗？嗯，你看你哥笑的，你哥开心的够呛。你抱他自己还开心。哦，你好姐，你好姐，这是我妈，这是我妈，你不能叫姐，你不能叫姐。好阿姨，你好。我们今天总共7道菜，哪道菜是哪位家人做？你们有猜出来吗？刚才那个鱼我就吃出来，我就说，我说，哎，这不是我们家的那个做法吗？那个板筋不是？对，还有板筋，板筋，我说，哎，这就是在家拌的呀，就是他我爸老教我嘛，他给我带那个板筋，然后加那个洋葱和香菜一拌就特别好吃，然后哎，就来了。有有有，哎呦我的妈呀！哎，那个脑袋上有个一个小梳子的是谁啊？右上角那个在干嘛？我想问一下。右上角这个，你是在干嘛呢？徐飞的嫌疑是。徐飞然，你小时候照片都不是很开心，你可以解释一下吗？总是在皱眉头。丁真啊，那个是丁真啊。丁真不用猜，丁真直接出局。
哎呀，又见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大家我认识我的人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拍的，就给大家认识了，然后就下一段吧。对，哇哦哇哦，这个是我们在西藏的，这也是那个时候就在西藏的时候，就那天有很多朋友，然后就我们一起骑马呀什么的。那是弟弟吗？平素吗？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理塘县上的八一口径赛马节，一个我们整个甘孜州来说的话比较有名的一个赛马节。这是我去年我在拍我的纪录片，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这钻木取火，然后还要住在这个山洞。哦，这是我潜水。这次我来岛上，我以为还有机会潜水，我带了也潜了，也下去了，也带了潜水的装备。但是我下去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穿穿那些装备，对，很突然。哎呦，不是。哎呦，这个照片还开刀的，我放大看啊，没走光啊，没走光，对对对。董丽呢是不到六岁，五岁多的时候呢，就让我招进我们队里面开始学游泳，后来呢就被我老公发现了，就觉得这小朋友身材又好，反应又快，因为我老公是我们那个上海市花剑的总教练。完了以后就把他呢又推荐说你学学击剑吧，学了几年击剑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全国冠军赛的时候呢拿了个人的季军，因为他那时候成绩非常好，完了就直接进了上海队，完了就后来就一路进了国家队。董丽后来呢他也都会经常回到剑馆啊，去跟小朋友就是指导啊，所以他还是为我们上海的击剑包括那些少儿培养呢做了很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很多。您过誉，您过誉了，您过誉了，就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谢谢。嗯。这其实我猜许飞啊，我猜许飞，是你吗？是我呀。知道从小洁癖到什么地步，就自己家的马桶都不自己坐，知道吧？我们家呢就从小喜欢给我记录很多照片嘛。啊，哎呀我天，这个叫什么经典永流传，这个张照片是最经典的，这叫什么叫高开叉，那时候我就走在了时尚的前沿，那时候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画胡子穿裙子，他就把我当洋娃娃养，你知道吗？那时候是拍《西游记》吧，好像是2008年。师傅那天没来，你就去扮了师傅。对，所以从小跟剧组待着，就那时候就觉得当演员真的很辛苦。就给你们讲个很搞笑的故事。那时候我爸拍那个《金毛狮王》的时候，他是翻白眼的。那时候没有做特效妆，也没有戴美瞳。然后呢，在打戏的时候，那个人就一剑砍过来，然后一剑就开了这个地方就开叉了，就直接就去拉到医院。因为很晚，一个大夜，然后那时候就穿着妆也没卸。这里躺着写，然后就去敲门，当当当当当，然后他一抬头就看着一个画的那么浮夸的一个人，然后这里躺着写在那里说我中招了，要缝针，然后就开始缝，然后还没打麻药，因为他们说就害怕打麻药就第二天工作，因为拍戏嘛，就是一拍起戏来全在轮轴转，你是没有办法休息的。所以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跟我爸打视频，他会跟我说有多辛苦呢？他能有拍戏辛苦吗？你应该坚持，就是说我们这帮人能做的不能做的都要努力的干下去，这是他觉得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去干的一件事情。像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封神了，出岛的时候很搞，就是我爸哭来着，对不对？就他送我他是会哭的，他真的会哭。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徐飞那时候17岁，他要到封神去拍戏了。那天早上我们把徐飞送到楼下，他爸爸回来以后坐在那里嚎啕大哭，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哭，
他就觉得孩子突然间长大了，然后会离开我们，然后他是一个就是情感非常细腻的人。我是我们家的爸爸，他是我们家的妈妈。我希望徐飞不要向他的爸爸学习，还是要坚强。哎呀，那我太好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挺开心的，就像我来到这里，其实我就很向往那时候的生活。然后在这里的这120天，我也希望能跟那时候一样，就认识一帮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然后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我想看那个最最最最下面一行那个刘叔那个梳子一样的、这个、梳子一样发型的那位同学，就我应该猜不出来，马哥应该不会留这种发型，应该不会的，我觉得绝对不会的。马哥这么帅，他应该不会。马哥对梳子过敏，他对梳子过敏，他应该不会留这个。哎，这个好像确实是我大概是差不多上小学之前一直都这个发型。哦，对，开始了，留起来了。这个就是还对这个留起来了，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家长会固执的觉得这个发型是非常适合小孩的。这个啊，对，长大了，起范了，有范儿了啊，起范了啊，起范了，就慢慢的就褪去了青色的那个梳子头啊，这个差不多应该是小学阶段。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啊，这个有点太羞耻，这个是我头发最长的时候。大力吧，哈哈，看起来力气好大，力气很大。这个就是我高中阶段了，就是为什么当时陈涛把我分成就是体力和技术都是空的时候，我会生气啊？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就是体育方面非常那个啊还不错，当时应该是在跑200米还是1500米，反正某种体育锻炼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拿到了不错的名次。那个已经拿了话筒的，就是已经准备好的，你就直接上来吧啊，陈涛。哎呦，来了，哎呀，这个来吧，来吧，时间交给你。显然啊，就是这个带着三分不羁啊，这个有点微笑，就是我的小时候了。反正啊，下巴过吧，这种特别放过。哎呦。这是吧，这得好好说说。哎呀，怎么你怎么一下子进化成这个样子了？对，因为我就一下长大的。你中间变丑那个阶段在哪？你人就是一下子长大的，你不懂。啊，这是我大姐结婚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是我比较尴尬的事情。马老师，这是我比较尴尬的事情。你尴尬的时候长这样？对，你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啊，你再找一找，应该有个。我回去私下发给你。怎么办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妈妈？这个是刚比完赛，在幼儿园里比完赛以后，那个换衣服嘛。应该表现不错，不然我就哭了。好，下一个。我们小时候就97年那个年代，特别喜欢后面留个小辫子，当时留了可多根了。我也留了，是吧？我妈在这儿。证明一下，非要我留，他就帅。我是非得要留。哇！哎呦，好，谁家的小姑娘呀？这个照片出自我姐的杰作啊，她就是会戴一些种奇奇怪怪的头套。哇！这张对也是我来我姐的一个改造，这个妆容放到现在也中毒了，对，像中毒了。哇，眼睛好大呀！天哪，眼睛好大，这一点都不像。为什么突然换人啊，乖乖？真是我，尴尬期居多。我记得家里人经常说我小时候长得丑，哪里丑？我妈小的时候抱着我坐在出租车的副驾，然后那个那时候就是墙往里边，然后那个头会盖着嘛，然后那个师傅就跟我妈说：“哎呀，这妈妈长这么好看，孩子长得很好看。”完了就自来熟把那个掀开了。然后就不说话，又放回来。快进到搬草的环节了吗？我知道，军训，校草。哦，校草。没有了，帅哥照片的集锦。那个，对对对，就我们学校当时那个，哎，真尴尬。是真的，那时候韩范的。怎么了，军哥？站起来，勇敢面对你的人生吧。哎呀，哎呀，每一张都是奇，我真是我神经病啊，我呀，我要先拍一下吧。哎，就哎，但是有个软件，然后大家都拍，然后我也拍，我后悔，我悔改，我羞愧啊，我。
太过吧，错了，我错了。大家都有一个段，哎，就都有一段。哇！我的老板为何那样？对，这就是已经就是拍戏了，然后那个也，也不是很主流啊。农哥躺枪。对，上一张就是企业家倒闭，然后就变这样了。哎呀！哇，你跟爸爸好像哦，天哪，好可爱啊！对，这张应该就是我一岁生日的时候，就是跟我的 daddy 还有我的妈咪的一个合照吧。这个是我算是近几年跟我的家人的合照。今天呢，其实对我来说有点一点点的小遗憾，就是我的 daddy 妈咪没有来到这个现场。所以我想对我的 daddy 妈咪说 ，daddy 妈咪 ，I love you。哇，这个我记得在我家的老相册里见过。哇，爸，你确实过去了，老了很多。雨农小时候从百天一直到他上学吧，每年都给他照一组相片，都给他留起来。哇，这全都是哇！其实咱俩合照还挺多的嘞。对，这个是我给他做的蛋糕，这是我第一回做蛋糕，第二回做蛋糕就给你们带了。姐，妹妹你好呀，好好吃，好吃。对，这个是，过年时候他来我家，然后和我爸妈拍个照片，挺有纪念意义吧，其实。对，因为你家里特别温馨，你妈妈也漂亮，啊，对，是长得跟我家人挺像的。对，这是我和我发小3岁的时候认识的，是因为一次游泳吧，是在少年宫学游泳的时候认识的，结果又发现我们是一个小学的，然后可能就一直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羁绊，互相竞争，然后互相这个又属于监督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和爸妈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和爸妈的关系没有说啊爸爸很严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直都是把爸妈也当成朋友来看的。对，这个我一眼认出这是我爸，所以这小孩一定是我，但是确实不记得啊，但是看起来很温馨啊，然后笑得也很开心啊，是很亲密的父子一对啊，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话说的。这张是我妈妈的生日吗？不是，它是我爸的生日。然后，但是皇冠却在我妈的头上。谢谢大家。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男嘉宾。胡俊逸啊，好，好的，我好的好的。哎，对不起，还卡住了。对，好的好的。哦，对，这是我小时候。哎呦，小时候很帅，还好，现在也是，还好。对，这是我小时候，然后这个其实我印象挺深刻的，这张照片，就这是去动物园的，然后对，啊，这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其实我表情没有很开心嘛，是因为。我当时记忆犹新是跟我爸还有姥爷去那个北京动物园，然后我当时其实照的时候不开心，是因为我其实挺埋怨我姥爷的，当时就是走路太慢了，我当时嫌他，然后就走两步我就得等我姥爷走好久，对，然后所以当时就挺不高兴拍这张照片，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就逐渐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新的感受是更多是对遗憾吧，因为那是我姥爷第一次去北京，也是他最后一次，因为他后来回老家之后没有多久就过世了。然后我姥爷呢，就是我出生之后回老家待过一年半，我姥爷对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耐心的人，就在我印象里他没有发过火。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跟我们会议室差不多长的一个那种超大号筛子，然后姥爷就是年纪很大，那会儿已经70多了，他就在筛，然后晒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突然一下一淘气，把一打翻，他东西全部跟底下脏东西混合在一起了。但我姥爷一点没生气，就默默捡起来，然后他动作也特别慢。对，然后我小时候还在这觉得，哦，
我说哎，这没什么，但其实长大回忆这些事情之后就觉得很多遗憾吧。对，这张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二年级左右的时候，一个元旦吧，然后要那个放学了，但其实当时也没有多高兴，因为我爸妈就是很忙，在我小时候，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四点多放学，然后每次都有一个晚自习老师陪我到十一点多或者十点多，我爸才来接我。这个就是我后来大学然后在国外毕业的那一年，然后当时拍的时候还大家还挺难过，就说会不会以后见不到了，还真没见到了，毕业四年了，这些人我一个都没有再见过了，所以就这个毕业帽子飞的同时，就是大家也各自就飞了。然后我好像就这三张照片，因为我一住学校嘛，从一年级就开始住学校，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出国了，然后二就是我们家里人也真的没有什么旅游的习惯，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记录吧。对，但是就像今天一样嘛，其实每个人都有父母的祝福啊或者朋友什么的，但是我啊，这不会每个人都录了 VCR 吧？我的天，应该不会吧。Hello， 飞哥，飞哥，哦，你咋过来了？妈妈，妈妈，快来吧！哎呀，我们现在在，哇，你是我快去，好久了，有你的吗？啊，我徐教练来了，快去！哎呀，哎呦，玩这种，玩这种，但是，哎呀，但是我，俊逸，俊逸。确实马英杰要给你一个最热烈的拥抱啊！好，谢谢谢谢。永远开心，因为我在节目里我看到你每天都很开心，希望你永远开心。好，因为你们十五个少年其实已经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一家人。谢谢，对，谢谢，谢谢飞狗妈妈的拥抱，谢谢谢谢。所以我今天其实也有特别大感慨，我并没有说。会去觉得我爸妈怎么怎么样，因为我爸妈比较特殊，因为我爸妈快四十岁的时候才有的我，所以他们现在快七十岁了，所以我觉得我很理解。然后对，但是像朋友这个其实我今天蛮感慨的，就是我其实朋友挺多的，但是好朋友就是走特别特别近的非常非常少，他们也经常比如说周末啊说哎问我出不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说啊，不了不了，我基本都拒绝。然后还有刚跟大家认识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想拉我出去玩啊，或者打什么游戏什么的，我也都给拒绝了。是因为我以前以为我是喜欢孤独的，但是后来逐渐跟大家接触久了之后，比如说有天晚上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跟浩特还有马老师还有龟龟一起在会议室就有说有笑在那聊天，还有我们跟那个应军雨农去刷漆什么的都是有说有笑。君啊，开关呢？开关摆的，开关是摆的。他说：“爷爷找半天开关找不着，在哪？”融为一体。所以我是喜欢热闹的。今天飞还问来说：“你未来三十天想在岛上做什么？”其实我还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逐渐喜欢热闹，我还想说习惯热闹，所以我决定第一步就是先把手机游戏给下了。对，先跟你们玩打游戏，然后我觉得希望能在下岛前去习惯热闹吧，就这样。谢谢谢谢。小的时候我总觉得当下的就是最好的，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为什么要用照片去记录呢？好像越长大越经历一些事情，会觉得其实当下是可以永恒的，一张照片哪怕是一张不经意的抓拍，能够留下那个瞬间的光线和那个时间的心情，在日后回味起来也是成长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喂吧，嗨，舅舅。我跟妮妮现在在那个岛上呢，你那个视频我看了，就是你拍的很好，给你狠狠点赞。舅舅，我都哭了。妮妮听了都哭了。对，我当时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没哭出来哈。
好，但是也很感动。我真的在录节目，就是说是就是有点就是，不好意思哭啊，这个样子啊。啊。嗯，你还记得你说了啥吗？不记得。好久。说完就忘了哈。不记得了。不记得了，那就是还没有什么就是话我们可以互相说的，就是毕竟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同时想起了你是不是，然后远在千里之外给你打个电话。我还是反矫情达人。你们玩的怎么那么灵呀？挺高兴的，舅舅哥哥可照顾我了。他自己连自己都照顾过不了了，还照顾你呢？就是，我就不相信。但是真的挺照顾我的，舅舅。你眼睛肯定是不是干眼病了？还好，其实就是是吧？我当然眼睛睁不开的。他对，舅舅他今天防晒进到眼睛里了，有点刺眼。对，今天就防晒进眼睛了，刚所以才抠着呢。行，然后就是妮妮呢，一定要我说，就是你不是非常煽情的说就我爱你吗？那我也回你一句，就是说我也很爱你，然后我们以后一起出去旅游，好不好？好吧，好，拜拜，你睡觉吧啊，拜拜，拜拜，舅舅，再见，拜拜。上百度搜索岛屿少年，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在，赶紧来接我呀！哎呀，叔叔来就来了，拿这么多东西。哇，好多水果，耶！哇，真是过年了，这么多好吃的。要不要上去看看我的房间？妈呀！哎呦，比我想象的那个是谁的床？这是陈涛的床。妈呀，挺好的，散云牌嘛。来吧，叔叔很厉害。我回上海，你在这儿吧，换一个老勇士上来。你别追了，别追。虽然不很光滑，但是也可以的。是用来的，不是按美国来的，是吧？我问了师傅，他能刷的时候太麻烦。他也不会弄得上面都是。人家说的。他说的，你自己不去做，你怎么知道呢？你现在说心里话，你有没有过埋怨我们、恨我们的时候？师傅，上一次吃饺子是啥时候呀？徐飞身边那两个好朋友加上徐飞，他们有点蠢。过。贵贵的堂姐，然后他是 love you。 岛屿少年一周七天不停更，周日12点爽看两期正片，岛屿碎片放送更多精彩花絮，周一12点会员专项加更版，一起摸鱼吧，少年直拍同步上线，更有超多独家衍生，每天中午12点一起解锁少年更多有趣瞬间，少年每日陪伴直播，独家24小时慢直播，锁定优酷岛屿少年官方直播间。今天最高37度。哇，那个后院的杂草都长到就是，哥，你看这个草现在长得就是非常的茂盛啊。你那是不是有除草剂？然后咋用啊？用锄头除就可以了，杂草要这样的不好。什么？哎呀，嘎手啊！完了。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可以吗儿静？万事开头难，先苦后甜。对，先苦后甜。哇，太干净了吧，我们太厉害。非常 perfect。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在，赶紧来接我呀！叔叔来就来了，拿这么多东西。哇，好多水果，耶！哇，真是过年了，这么多好吃的。要不要上去看看我的房间？妈呀！哎呦，比我想象的那个是谁的床？这是陈涛的床。妈呀！
挺好的，算鱼排嘛。来吧，叔叔很厉害。我回上海，你在这儿吧，换一个老勇士上来。你别追了。别虽然不很光滑，但是也可以了。实用来的，不像按美国来的，是吧？我问了师傅，他能刷说太麻烦。他也不会弄得上面都是。人家说的。他说的，你自己不去做，你怎么知道嘞？你现在说心里话，你有没有过埋怨我们、恨我们的时候？师傅，上一次吃饺子是啥时候呀？徐飞身边那两个好朋友加上徐飞，他们有点蠢。过过过过。贵贵的堂姐，然后他是 Love You。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飞猪暑期大放假，1688元红包送你花。本节目由飞猪旅行赞助播出。阿姨，啊，在在在那边哦，谢谢。我给你们点，我给你们买一点。谢谢谢谢。买点牛肉酱。帮您提，我帮您提。哎，阿姨。啊好，来，木瓜丝都是你们给你们买的。哦。好呀好呀。阿姨好，阿姨好，来来。阿姨，不用了，这个请，这个请。哦 ，OK OK。哦，我觉得榨菜好吃的。对呀，我是给你们带来的。是木瓜丝。木瓜丝，牛肉酱。嗯。我们牛肉酱还有萝卜干，看着好香啊！这个，他还没起床，起床了，起床了。你看，你看，你小伙伴们接着我，他们该做的。我昨天就说他们母子性格好，活泼，是的，很好，性格非常好。他是不是最小的？你儿子是不是最小的？不是，不是，不是。嗯，他生大的了，27了。嗯，他还生大了。在这很活泼的，他我们这边开心果，是吧？给他们带很多快乐。嗨 ，Hello， 今天的弟弟 ，Noah， 秦来了，秦。你吃了吗？吃了吗？我们这边刚好有盒饭，要吃饭吗？哦，这个比较多。啊，来吃，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这个好像没鱼，那这个没鱼的，这个没鱼。行行，没事没事。你放够吗？它就没鱼，这个没有鱼。它有馅，会有意面。那来。小时候的方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嗯，习惯了，岛上有点不太习惯吗？岛上有点没习惯。哎，真的真的，你可以吃个这个，不是不是，这什么东西？很好吃的，很好吃的。你吃了木瓜丝啊，萝卜干呐、啊，吃了的肯定会喜欢的。好，谢谢，可以给我尝一尝，谢谢。来，弟弟来吃一点。就一样尝，你肯定喜欢，很好吃的，你肯定喜欢这个。好吃吧？嗯，可以。我都没有吃出来是木瓜的味道。我也没吃过之前。还有很多种，还有这个也很好吃，还有这个也很好吃。哦，这看着好好吃。哇，这看着好好吃。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的？这些都很下饭。嗯，真好吃，真好吃。嗯，还有种牛肉酱也好吃。牛肉酱很好吃，牛肉酱我记得最多，牛肉酱好像我记了8斤还是几斤，这是牛肉酱。我妈妈跟你一样，真的都很热情。一点点，好正宗，好正宗吧？好正宗，冰镇好吃吧？这个生产力就好吃，好吃啊！对，哇，好辣，龟龟，好辣，真的好辣，这还辣？不辣吧，弟弟？我辣出汗了都，哇哦，哇哦，真的好辣。吃不了，但很香，好辣呀！这个辣了，刚刚那个还在辣着嘴里。
这是入门级，这闻着很香，这入门级。好好好，跟你比的都还蛮能吃辣的。我吃着甜的东西，思俊说好辣好辣。丁真那边吃辣吗？也吃啊。这个不辣。嗯。这牛不辣。我也是四川的。我真的好吃。好，阿姨你慢吃啊，我们去包会馄饨，等会儿给你们尝尝那个黄鱼馄饨。好的好的。走吧。走吧。这就是乱中有序，乱中有序，序中有乱。视频里见过很多回了。Hello， 嗨，姐你好。Hello，Hello， 姐。这是会议室。这是会议室。哎，刚才吃我带的家乡土特产。哎呀，木瓜丝啊，我尝尝。有点辣哦，姐。嗯，你能知道的吧？你能知道的吧？慢慢就辣的，辣的吧？辣的，辣的，你能知道的吧？一丢丢。是谢谢谢谢。Hello。Hi。Hello Jessica。你好。吃早餐了。对，吃了没？吃了吃了吃了。可以试一下这边辣椒 ，Jessica， 你能吃辣吗？可以吃。哇，这超级 spicy， 你去试一下。不用不用，我吃饱了。这个就是每次直播看到的地方，是吗？好像做梦一样，来到现场。你有没有拍个照？还没有拍。还没。都上来了。哎呀，叔叔好，叔叔好。哎呀，叔叔来就来了，拿这么多东西。哎呀，来。哎呀，我来了这个。哎呦，这就鱼排的来的地方。哇塞，还不错。哎呀，好车，林女士来了！林女士来了，快快快快快！哎呦，哎呦，这带什么好吃的了？那个哈尔滨红肠，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本金。老妈，老妈 ，Hello！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要帮忙吗？哎呀，哇，好多水果，耶！哇，兄弟们，我爸妈带了水果。你怎么带了一？你怎么带了一堆药啊，姐？对，给你们带的膏药。我妈买的。哦。来坐。真是过年了，这么多好吃的。这个是先吃啊，这个荔枝不能时间放长的，你们。啊。嗨，林女士，你好，你好，我是小陈。林女士，林女士你好吗？我们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你很多的故事。这是徐飞。徐飞，我再一个。沈涛，你昨天见了吗？这是丁真。这是戴戴妈妈。昨天都见了，昨天见了，如此拘谨啊！我们要正式的打一个招呼，是高少年陈涛陈大佬，你好你好，哎干嘛？大哥，我认识你的呢。嗨嗨嗨。穿的好爽了，你把这个往这边拿一点。好的好的。嗨，好，哎你好，帅哥好，好帅好，你好，帅哥好。这个是陈涛，哦，飞哥。陈涛巴纳，我知道。这个飞哥，飞哥，你的爸爸是我的偶像，他演的电影我都看过，他的以前风靡大陆的港台片，我们基本上要看到你爸爸的身影。丁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姐，一看挺帅，对，好帅哦，是。哎，你有东西要带回去，我们帮你直接带回去，我们把我带回去啊，行呀。哎，我想问丁真一下，他在这里有没有做防晒？老妈，我在问他，那边这么热都不用防晒。他说的是小，他三十了。我妈还问我，你是不是比我小？我啊，我以为你才小，比他小点。他要结婚了，是吗？订婚了，马上准备了。那好啊，你也抓紧吧。我太早了。你要提上日程吗？找不着我吗？你问他，你对他这个事情着急吗？他跟我说过，他说不着急。那也挺好的。你家里着急吗？他们就顺其自然，也没催过我。我奶奶着急，奶奶着急，老人都着急。对，不老着急吗？
你老婆着急？我倒是不急，都不急。啊，好热！哎，飞哥。哎 ，hello hello， 哎阿姨好，对，哎阿姨好，叔叔阿姨好，哎呀叔叔阿姨好，坐一下你的位置。哎呀，你可说这些，直接坐就行了，你客气了吗？代表我那个什么那个侄女子，对对，坐一下，姐，她是你。哎呀，您可太客气了，坐坐坐，随便坐，这里面有点湿啊，小心点，这有点湿。没事没事，是我妹妹。对，小妹，对对小妹。你们吃了吗，阿姨？很好吃，吃了。你那我们也尝一下。小妹尝一下。刚煎的，刚包好，刚煎好的。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哎呦，你包真好。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手泡的这个感觉，可以加快我一点速度了。Hello， 家人们，做那个黄鱼煎馄饨，刚包，刚包，刚煎完的。啊，谢谢董哥，谢谢董哥。你叔叔阿姨们尝一尝，对对对对对对。趁热，趁热，趁热。是吗？对，加点，加点。试试味道吗？看一下跟上海的黄鱼比。董哥，这哪一双筷子？好吃不？哪一双筷子？是。来来来。肉多紧实。好吃吗？我还没嚼，好饿。我也尝一下。刚过了吗？嗯，刚过来的。嗯，好吃，李哥。新的，谢谢谢谢。哎呦，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好。哎，阿姨，你好你好，早上早上。Hello。来，我来拿个果盘来。哎呦，我的大扁，哎呦。欣赏一下我们的就餐环境、工作环境。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吧，我们一起介绍，一起走一步吧。欣赏一下。阿姨好，叔叔好，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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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叫蚂蚁姐，别叫阿姨，好老哦。什么姐？什么姐？蚂蚁姐。蚂蚁。蚂蚁。啊，蚂蚁姐啊。蚂蚁姐，蚂蚁姐，蚂蚁姐，对对。你好，你好，您喝点什么吗？我拿着。哦，谢谢，谢谢。哇，你们吃的也很好啊。吃好肉，你还是多挑食，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但是很好吃啊。完，你又饿了。不是，我看一下你们在吃啥。哇，他们的伙食也很好嘞。没有，没有。哎呀，哎呦，你们的伙食很好啊。来试一下，来试一下。还吃一下？你是真的每天都这么饿啊？你真的是，哇，我的天。没有，我觉得你们真的吃的很好。你们要树立一个我们家都很能吃的形象，好吧？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是来吃两口。因为徐飞出来了，我们家真的吃的东西少了很多，然后你看昨天那个涛涛的爸爸妈妈带去的东西，我现场都给他吃光了。是，你多吃一点，你吃吗？我吃过了，我吃不下了。你太能吃了，你太能吃了，年轻，这年轻，年轻啊！我帮你们试一下你们的菜。好吃吗？好吃啊！你替我待两个月，真的还可以。我刚才真的好吃。好了好了好了，打包回去回上海，打包回去。知道了，好了好了，大家好吃知道好吃啊！我就觉得有一种东西叫宿命。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爸在工作，那时候在上海拍戏，我那时候我妈知道那故事，问我从上海回北京要带些什么，我说带几个盒饭走，我觉得盒饭挺好吃。现在我长大了，天天吃盒饭。我现在都后悔，我现在太后悔，小时候不懂事，知道吧？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小窝。走走走，来来来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菜都我们自己种的。哎、人家走了，带你姐去看那个菜地的。行行行行行，你不来吗？你不为我迷一下路？没事。我第一次看秋葵这个样子了，我没看过。哦，这秋葵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对，有，哎，这株还是那株是我种的，有一个。对，这个好神奇。然后这边都不同菜，有些菜上面有牌子。哦，这边是茄子。茄子。对。哎，接了。对，已经接了。接了，对对对。两个多月了。哦，那天是。好厉害。那但这个吃的话，应该还得长一长。然后这边是地瓜，我们最早种的就是地瓜，这一片都是地瓜，地瓜在里面长的。地瓜应该快好了吧？它地瓜叶可以吃的。
这个我跟雨农砌起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花坛。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他们这苋菜吧，还是啥菜啊？反正也是摘叶子吃啊？不是，吃茎，苞米。原先这是一片小白菜，完了都吃完了。这有西瓜。哪儿呢？西瓜？别看着啊，这长了一个正角的西瓜，你这得浇点水才能。我估计不知道不浇水就得完了，干巴死了。明天白天再浇吧。那个是什么花？那么小看，向日葵花。这是啥？向日葵，小向日葵。妈呀，这小向日葵也太搞笑了吧！这些蔬菜你应该明白，在山上种了几年，可能他们都叫分名，是不是？一看要不长出，我也好久没种了。这个辣椒，后来都是那个秋葵，是那个这边校长爷爷，然后给我们栽过来一点，是吧？我觉得还是就是那时候小的时候。在山上跟爷爷奶奶住那几年，跟那个土地有情感感觉，然后就想把这地弄一弄，挺好。然后前面还有养，我们还养了小鸡儿，是吧？啊，这么多鸡啊！很多，还有这种白色的鸡，哦，小白鸡，两个品种啊。嗯。哇，你这个鸡会飞出去？他们都会上下跳的。它会回来不嘞？现在好像会回来了，以前不会。会的，会的，现在会了。我们在这里跟刘在过个生日，在这。在这个、啊？对。算吗？算算，就在这里。生日快乐！啊！快乐！谢谢。生日快乐！不会吧，杨妈？走吧，妈妈，别晒着了。要不要上去看看我的房间？顺便帮我收拾一下。妈呀！哎呦，比我想象的那个。来吧，猜哪个是戴戴的床，哪个是我的床？没有，他们还收了一下的。这谁收的香水这么重？刚马学也绝对收了。我跟你说，早上才叮叮咣咣，这个人，他的床是最乱的，他绝对收了。不能老可能憋了，那就没事没事，他在这儿就是这样的。今天是老师，我把家爷们，我还要录视频。哪个是你的？哪个是你的？蛋蛋还要录视频，马学绝对收床的。我发到抖音上去。他怎么这么干净？他一直都这么干净吗？浩特，我不知道。打我也好，打我也好啊。他不是他妹来了帮他收拾的，没有，早上起来他自己收拾的，我看着收拾的，因为我在旁边收拾。哪个是你的这个？这个，我的个妈呀！哎，你个边上还挺好的呀。你去吧，你看，好，我给你搞一下。这是我的床，哎呀，平时就长这样，还行吧？还行还行。这谁的床？这是陈涛的床。妈呀，挺好的。上鱼排嘛，没办法嘛。啊，陈丁真的床呢？丁真的床在那里。丁真的床挺干净的。在旁边那个黑色的那个被子，那个是丁真的床。他倒挺干净的。这是我们那个宿舍。哎，阿姨。哎、这就是他们的寝室。不在的，你怎么能阿姨给你铺床？还是站着妈妈勤快，你看我不是勤快，因为看着跟他收一下呗。站着妈妈是没办法，看不下去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就这样想了。每个人呀，今天可是真是，今天可真是干干净净，这干干净净啊，都来了，有点像家长会，干干净净，这是干干净净的了。哎，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好了。这是我的，你这个像个雅间哦。雅间，这是我上面的柜子，我自己打的。很好，能放点东西啊。哎，这个柜子我打的。行啊。我手打的。真的？啊啊。哎，不错哎。这柜我手打的。你就给他们做一个大的，然后一人一个格分开，然后大家一个格，没地儿就是哈。我还是有天分的。就是，是的，我还有点自己现学的，不是因为我姥爷也是做这个，我姥爷住，然后做那个啥，哎呦我天呀，他们这十几号人住在这一个晚上睡觉，哎呦我的妈呀，交响曲也好玩呗，别墅也好玩，呼，打嗝，对呀，磨牙，还有磨牙的，晚上肯定很热闹啊。
嗨，真的爸爸。嗨，回头我爸爸来了。哎呀，真的爸爸。今天怎么看到你刚来呀、啊？对他刚刚来，他们刚刚来。你现在在帮你儿子收拾啊？收拾一下吧，反正闲着也闲着，事情。这衣服你的？这全是我的。哦，那这个要今天要洗、啊？有些洗不了，因为有些裤子是不能，是牛仔裤不用洗。哇！啊天！你儿子，你放心，他是我们全村最干净的。没有，我刚才想，我来你们寝室里面会不会闻到一股豆豉味？那不会。豆豉的味道没有啊？那你吃饭呢？那你您又给收上了，您真在收啊？在在人呢，走了。没有，他要我在这里睡一会的。啊，结果我就想到跟他收一下呗。哇，好，还是妈妈好。你也是好啊，你也是好妈妈呀、啊。没有，我们家都是徐飞，我们家是。人家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家是世上只有儿子好。嗯，还有儿子照顾是吧？那好福气哦。不是，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照顾我们。那是对的。你现在是宣传一些什么理由？宣传要这那个是你的，是不是飞狗？啊。哇，飞狗。你看你，我觉得你哈，他是满分，觉得是你们这里的寝室最好的，对，但是以我的标准还没有行。啊，谢谢。妈妈当兵的，那当然对，达到你的标准，那达到你的标准很难。对，我给他打造一个。现在就他和他是比较干净，雨诺也当兵的。啊，我觉得这个方面啊。好了，你先收拾起来吧。也非学习学习，真的。好了。我看到那是第一期嘛，播出来不是你在那里卫生间擦那个台上的水啊什么的，我觉得太棒了。好了，妈，快收拾去，快收拾去。你看看这个人，我下次啊，叫你家到我家来看一下他这个人。陈涛证明你爸爸妈妈，你看对你多好，给你准备那么多箱子的东西。我说这真是有点多啊！是。我们家飞哥，拍《封神》的时候，冬天，17岁，然后他冷了，他没有跟我说他冷了，我们也没有想到他要穿保暖衣，啥都没有，去了以后还是他那个剧组的。我们等一下路上再聊。一山，你来啦 ！Hello， 谢谢妈妈。
样，说的跟假的一样，说的跟假的一样，是不可能的。飞哥，陪我休息一会儿吧。坐坐坐，来吃口华莱士蜜汁手扒鸡。哦，我看这蜜汁手扒鸡的肌肉线条很不错，它一定是一只爱运动的鸡。一口全鸡，一身鸡。嗯，飞哥，你现在对肌肉线条的执着已经到达一定境界了。那必须的，鱼要养好，腿要练好，华莱士蜜汁手扒鸡必不可少。上微博参与岛屿少年话题讨论，和少年们一起改造海岛。姐，我们先走了。哎，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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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也一起走吧。我们也走了。丁真，丁真，平错，你们是不是要去天湖今天？对，待会儿应该是一趟的。可以，我们一起。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咱直接走。你现在是不是每天没有事就看一看岛屿少年？周日的时候更新嘛，然后就刚刚有事，周末嘛放假，然后就可以吃了午饭。对对，看节目时候会觉得咱们这些村民不好记吗？什么芦竹造澳鱼鸟很好记啊，什么鱼鸟村、马祖村、芦竹村、大石澳、你们的大石澳的支书是林燕。看来我妈妈真的很了解我们节目的每一个剧情，我觉得她是忠实粉丝，对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八卦内容都清楚。丁真，你们那里平时过年吃什么呀？过年，过年，藏历年和我们不一样，年不是相同的。去年是同一天的啊、哦，对，这种差不多几十年过后有一个这种同一天的，是这样子。对，那你们平时过年吃什么？吃包子，还有那个人参果，还有人参果是个什么？是什么？是一个水果，水果一样的，它。也很小，然后就它拌在那酥油里面，然后就吃。啊，也有饺子，但是吃的很少。还有那个酸奶，酸奶啊、哦，你是自己家酿？对，是牦牛肉的奶。也不是牦牛肉的奶，对，牦牛肉的。牦牛的。是不是有点像你们的大草原，风一样的自由的那种感觉？对，马上要到了，我看一下有什么惊喜啊。好，往这看。哇，这里太漂亮了，太凉爽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从这看惊喜就不一样了。翻过来是不是就很开阔？对，很开阔，它离天空这么近，很漂亮。那这真的很凉，很凉快。对，今天风也没有特别大，我第一次来这边时候风暴吹着要走了，这里风才舒服啊，感觉。我给你们先拍吧。有点像以前小镇你带我去旅游的那种游客照。姐、啊、1、2、3，好看，来我帮你们拍可以吗？啊，谢谢。来给生活比个耶，来给生活比个耶。拥抱大自然，还是舒服，非常舒服。嗯，哇，这个彩虹洋溢，这个是不是世界的尽头就是大海？啊，我们去那个装置的草店看看吧。啊，今天天很，一点雾都没有，很好。就是要有点雾才有那种感觉啊，朦胧的美。对啊，云山雾罩。那平时都是太大的雾，就你只能看到，哎，就你根本看不到湖，就只有雾。哎、我草店钓鱼方式这边。到时候会立几个，三个橙色半圆形的太阳的碎片，因为这边的草甸它还是缺一个视觉标识。
然后说那两个橙色就在这里，就那个坑那里。这个那个矮的地方坑。哦，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视角是官方的天湖的照片的视角，哦、就在这里拍天湖是这个视角。对对，这是应该是最完整的。对对，我想那个你们帮我看一下呢，我想去就是那个小路上去。对，我小路想看一下那个树有多高，我站上去拍一张我人物就比较就可以了，可以吧？我一个人去。你就拍一下，我感受一下那边的高度，他到时候装置放在那里太小了。对。你拍没？对了，我刚拍了个视频。哎，他要拍照了。我说我来给看得到那个离那个树。哦，他有两棵树之间呢。看得到。耶！这种景色还是会记忆很久的。可以说是。对妈妈来说应该是一生的吧。但你之前去过这种类似地方也不少。那时候和家人在一起嘛，然后第一次到鱼上岛来。不同的岛也有不同的风格。今天感觉一下子回到小时候，你带我去别的地方玩。能够一家三口走这么长路，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啊。对啊，没那么多机会了。就自从我出去上学之后，其实没有这么多。一、二、三，一、二、三，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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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吹了，别吹，要得。来，我给你拍照。站在那，站在那。可以。现在我们好好拍一个，一二三，嘿嘿。我拍的真的，我给你看，这不好看，我就真的倒立走。你这个你捉住出来的，你拉把捧把那个肉丝那些，你肉丝料的，有羊耶，啊，羊，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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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我是一个是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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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展示的东西，他们可能要这个月底或者再晚一点时间才会落地。这是唯一一个，它现在是一个半成品的状态，你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那个地点我知道了。地点你知道，这叫马子之门。嗯。这是最热闹的地方，游客上岛之后到这边其实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文创店，这边摆了一个岛台展示我们的东西。这边还有一笔墙上挂了一些东西，然后游客进来逛完之后到我这边，哎，买单。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你要买什么？我想买一件纪念品。纪念品是这样的，这边纪念品我们渔船岛一个特色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叫大黄鱼，非常非常有名。那我们岛屿少年为大黄鱼做了一个定制的 IP， 它叫扁扁，就是你这边看到这个胸针，然后以及这个玩偶，它都是以扁扁为一些做出来的。然后呢，它其实它是方形的，它代表我们少年们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然后也很团结，连接在一起。你这边感兴趣的品类吗？我们这边有冰箱贴、明信片、胸针、帆布袋、衣服都有的。帆布袋、衣服都挺好的。对，帆布袋哦，衣服在这里，但我们这边没有试衣间。但是按照您的码数呢，我觉得你应该是穿 S 码的。不，我买大一点。买大码好吧，买 M 码，你 oversized 的码，李女士。来，给你穿。那你打一个折吧。打个折就是你报名可以打十折。我们今天要补这边的那个颜料，这面墙是没有白色的，所以把它刷白。还行吗，姐姐们？还行，还行。好，还行就行。在这儿，
哎呀，小猫，小狗，胖猫，这中间还有一幅呢。画中画。中画。对，是你的风格了，很好看呢、啊。小狗画得很生动啊，是不是？对，它是岛上的狗。小小狗。就他，就他第一个，这就是你呀、啊！这叫十二，十二，十二，走了，听见了，你拍个照吧，熟悉的感觉又来了。我们今天其实做的就是这个印泥，印完泥之后去渔民家里把它摁上去，摁完之后把它贴在墙上。因为它是那个寓教于乐的一个墙绘，就它两个作用，一个是就突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渔民他有多辛苦嘛，这边就会有渔民的手印，长期捕鱼，他们手其实比我们要粗，关节有些变形，就是大家可以拿自己的手跟他去对比，然后合照，然后拍出去。没想到是个劳动课吧？没想到，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一个完整的项目的，因为我也才来嘛。所以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给这个老渔民按了这个手印和渔民比手掌大小的这个掌印，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别说这个经历还蛮像的回事，是吧？嗯。好了，牛，走，走吧。就在这里。哎呀啊！这个、Hello Hello， 你好。叔怎么称呼？杨师傅。杨师傅。杨师傅。哇，对，杨叔，您就这样，您先把手这样张开啊，然后就是轻轻的，不用贴住，然后我们帮您按就行。对，我们会未来帮您去放那个墙上的，放上去。对，然后我们帮您压一下，可能稍微会用点力。对，对好，好，哇，谢谢，哦、谢谢，谢谢。就是您的这个会放那边墙那边，然后很多游客过来可能会跟他比什么的。对，哇，这个很，这个大拇指确实很有故事，有故事的大拇指。您是从事渔业多少年了？那时候才十几岁，十七八岁，也就做了差不多30年左右的渔业。然后，您使劲，来，对对，用力啊，使劲，使劲，哦，使劲，哦，对对对，对，啊，哦，很好，很好，很好，对，谢谢谢谢陈师傅，很好看。Hello， 张叔，张叔好，对，张叔好，见到过，对，然后做的怎么嘞？一样的手印，对，您可以摁这个。我们会帮你按一下手掌，会稍微用点力在指关节，对，对，好，哎，好，好，好，上来，哦，哇，指关节很长，真的，比正常的长，爪纹都出来了，对，也很好，很好，这个太好了，太牛了，哎，您是之前渔业多少年呀？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我正式做了差不多有40年左右，40年。我现在和妹妹来到了我们施工的现场，羊鬼施工现场。现在我们的平台都搭起来了。现在它是这样，你看它把那个木头的那个挡板支起来，木头挡板支起来之后，里面浇混凝土硬化，在这基础上柱子再打上去，钢筋打上，建筑才起来。这个你的那个有多高呀？你这里10米，整个建筑像是抬起来了1.5米的一个高度，它底下就是空的。我们在这个抬起来这个平台上做的。今天能浇完吗？明天要直接补一下。明天补一下。对，补一下，然后那干湿材料出来，直接做干。做柱子是吧？那个台子什么时候做？台子就是等材料出来。大哥，咱问一下，就是这个那个管线划的那些痕迹，最后会抹平吗？可以。对，那您这个管线划的这些地方，最后提醒一下抹平，还有上面有些凹凸不平的，您帮忙提醒一下啊、哦，谢谢啊、哦。施工进度还是比较慢，我感觉在你预期的好像出不来吧，比预期的要慢一些，嗯，但其实一步一步的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看来上面每次来的都不太一样。快了吗？快了。什么快乐？华莱士梅州345就是快乐。
欢喜眉头三四五，快乐升三品。你们也要快乐哦。太难了。什么太难？小富升迁太难了。欢喜眉头三四五，快乐升三品。还是这个比较难啊。谁来帮我拼一下呀？自己拼，随便拼。华莱士省钱拼，想怎么拼就怎么拼。华莱士每周三四五，快乐省钱拼。想怎么拼就怎么拼。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走吧走吧走走。叔叔阿姨给你们看一下，当时我们就是很多船板木就从刚才那地方一直搬到这儿，然后再从这卸下卸到这里，然后我们一直一块一块板子往下搬。我的腰大部分造送在了他的展里。来了就是这艘船了。这个船呢是我们自己修的，我们和一个温师傅，一个我们家的爷爷一个当地的一个老船工，您看里面拔这些钉子很多，每个钉子都是我们用手一个一个拔出来的。他钉这么长，一根这么长。重点是我们还不是很厉害，一个钉子我们都要拔半个小时，也算你们作品的。对，就我们作品。马其实你们想一下，陈涛，如果把这个船游了颜色呢？因为像这个船你们从那个大石号下面拉上来，那同样的下面其实还是有的。如果你不赋予它新的东西，它为什么到你这里来打卡？那艺术其实就是，比方说我常见的东西，然后赋予它更高的美。明白。那如果喷的话，你就是有里外都喷吗？都喷，你这些沧桑的东西它还是在的。艺术就是在不停的创作嘛。是的。这个如果放在这里啊，再搞个牌子，简介文字上面。对了，陈涛妈妈说的很对了。你就成了爸爸吧，成了爸爸。你现在已经开始混乱了，你看我妈比我还亢奋。哎呦，阿姨，你没事，您说，我们听的。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用贴纸贴上你们岛屿少年同舟共济？该秃的地方秃，但是这个岛屿少年是在的，因为你要的就是大家同舟共济，你要的是这个理念啊，你要的是这个故事啊，然后你们就开始了呀，艺术就在宜山岛开始了，啊。然后作品就是放在这些展板上面。展品在这儿的话，它主要是靠这个灯轨打射灯过来。你们的灯也是白色的哈？四是自然光。对，我知道自然光。我说那个灯筒是黑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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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管是白的？对，这里这个管道如果是白的话，灯也应该是白的。没有，我问了师傅，他能刷，刷了就一句话，人家就说太麻烦，会蹭到这木头上到处都是。他也不会弄得上面都是。人家说的。他说的，你自己不去做，你怎么知道呢？戴个手套。你给我分析一下，我21号我们去屋顶，不然我们22号回，23号干。那你可以讲你没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你不能讲不可能做，他是可以做的。你们戴个手套把它弄成黑色，拿着这个管道这样去撑它，就撑黑了，颜色。其实我们当时来其实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很多时候坐着坐着就是因为太多别的事情，把肩很多事情，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太多别的事情。你知道徐老师怎么讲吗？还是你们的能力不够，所以你们不要找借口。看到吗？知道我在我家是什么地位了吗？这个能力不够，一步一步来，姐不着急。我们第一个作品这个样子，有下一个会更好。不能讲我第一个我就放弃哦。没有放弃，没有，绝对没有放弃。尽力而为跟全力以赴有区别的哦。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给徐飞的爸爸改造了一个这个古建，每一步都要很踏实的把它去完成。一个钉子2.7和2.5只差2毫，都不行，所以他就是这么去要求的。既然你们今天在做艺术空间，艺术是有标准的，还不是标准，它是没有标准，是极致的标准。做设计就确实这个样子，你就是你给再多时间，给再多精力也不为过，我能理解。对的。那总体上是不错，因为这里面还是有客观的有事情在这里，因为时间经费，对吧？但是做完这个事情，你不觉得你们全部都在进步吗？
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在进步了，不需要进步那么多，有些时候。所以差不多是这样的效果。那那个那个，我看看怎么，我们能现在钻的就把它钻。先把它钉上去。打完我们就准备下一步。这个地方实在太热了。我觉得它是这样子哈，飞狗，一会儿钉那个钉钉的时候，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上下的中间，这两边的中间就对了，以这个点。跟这个点，看来我妈来了，开始了。哎呦天哪！我可是做了美术馆的人呢。行行行，厉害！从这里36，1.7米，飞哥，就是我们就在134里面定这个东西。从这个地方上去的32，就是它的底部，这里。好。牌匾的底部，这里再量，1.4米，1.4米减这个的尺寸。1.4米减32。32。1.108米，108。108除二。154。来，54。这里，这个牌匾就在这里了。这里，对，好，底部在这里哈，拉过去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它的这个角。来吧，来吧，一颗一颗拧吧。一颗一颗拧。对。这是干啥 ？OK， 来吧。OK 了，非常好。来，给你们三个小朋友来，一二，很好，很好。好吧，那我们就这里就先这样吧。我们去一拍一看究竟，一看究竟吧。哦，我们先喂起来吧，不然太久了时间。5.30了，差不多了，我们喂吧，喂起来吧。来来来，给他们来半桶，先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教一下你们，教一下你们，看感受。我打样。等一下啊，要撒的很散，要散着撒，就散撒一点，次数多一点。阿姨。您拿这个撒一点，好，就拿这个在旁边撒，撒到往里面就好。叔叔您就来这点，先来吧。我再摇一点，我再来，好，再摇一点，小心啊。嗯，来吧，开晃喽。开晃了。开晃喽，小伙子。来吧，来吧。那这一筐交给你吧，好吧。好的。要撒散，要撒散，要均匀的。飞狗，我想你带着我下去走一下，行吗？想感受一下这个。你上来。但我不敢上啊。你从那里有个那个缺口那下来。但是你得过来接着我才行。对，飞狗拉了蚂蚁。对，我怕一会儿看晕了。来。对，一起拉着走，一起拉着走。对对对。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嘛。你要进来吗，妈？好啊，可以体验一下。来这边，对对对，你到中间就好了，你在中间站着。来，你好多，对，很多很多很多，多是一定很多的，就这样叫前后站，这两边，对，就这两边，你就叫前后站。嗯，其实我以为真的还蛮好玩的。你像个螃蟹这么走，哎呦，撒一下走一步，撒一下走一步，撒一下走一步。你妈妈还可以。我妈。她对进步很大。我已经掌握技术了。你就别进步了，你就站在原地就可以了啊！你别进步了。别让那么个嘛，要杀了地主人。嗯，丁真来了，丁真和弟弟，丁真，哎，来了，赶紧喂，被我们全部喂完了，被我们喂完了。没有，还有3包，还有3包。你要不要给你？弟弟来一下，可以啊，来来来，你和你弟来一桶吧，你俩拿一桶。这样撒，平时我们自己在这撒的时候，就我们就这样拿着，然后就。然后就转过去，然后就。哎呦，教的这么厉害了啊。啊，必须的。那不然的话怎么成为130勇士？哎，小心小心，你看着点你弟啊，那个别掉下去，我可能救不了你。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怎么说呢？叔叔很厉害，他很喜欢，我感受到了。套你给爸爸叫的不错。混大腰低一点，混大腰，这个虫要在这个里面。对，可以展示了一波啊，展示了一波技巧。
叔叔说再这么几天我替涛来这儿了。我回上海，你在这儿吧。鱼排三小时换人，换一个老勇士上来。换个老将军上场。没有了，已经弄完了，差不多了。没有。那这个是锤冲还是扫把扫？扫把会快一点，我们以前就是用水泼的。来了鱼排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爱上这儿了。这个还有几个对吧？可以了，真可以了，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别动了，可以了，叔叔，可以了。这个鱼饲料，叔叔说这是我儿子的事业，必须要认真把关。没关系，他是鱼排老大，这是鱼排老大的老大，好吧？我老大，这是鱼排老大的老大，鱼排老大的老大，这老大平方，老大的老大。回头就看涛可不行，直接踢走，披甲上阵了。来，我往回走吧，回了，回家去。今天哈，这样体验还挺好。对呀。上微博点评少年们在海岛的表现，分享你的岛屿少年观后感。哎，娟儿，你、啊、我爸也有个娟儿，是吗？他的娟儿跟你娟儿是一个娟儿，一个娟儿、啊。你别叫我像顺口了，完了我家管叔。对，倒反颠倒。奶奶，你过来。啊，爷爷。这是我妈，你好，你好，爷爷王校长，王奶奶，是我爸爸，就来看我们来了，先带他们看一眼我们装修的，这柜子是我们自己手打的，就是我设计的，这是我写的字儿。哎呦，我说他还有一手好字，他有这个特长呢，好像还能认识，可以认出来。然后这边卧室，然后那个柜子是我们打的，然后地砖什么门板。奶奶，对，我这还行，没事。这两天有点发烧，然后胃肠的事，没事。这是我就天太热了，可能。嗯，没事。多吃一点。嗯，吃。哎呦，这赶着吃，感觉拉肚子。哎呦，这个也不敢吃了，现在。还是肠胃有问题。就热的事，没事，放心吧，奶奶。然后去看看厨房，厨房也我们也改了。厨房不在这儿，对面，对对面。啊，可以，可以啊。你们这些小孩可以啊。这个也是他们两个设计的，都是他们做的。我们一点一点砌起来的。就是你看，虽然不很光滑，但是也可以了。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实用来的，不是按美观来的，是吧？只要实用就行。请出去聊吧，出去聊吧。坐，咱们坐这个，让爷爷奶奶坐那个。坐里休息一下。昨天节目组给我们一个惊喜。给我们爸妈全叫来了。就你们俩是不是还也挺有成就感的感觉？嗯，现在还想，不敢想象是自己弄出来的。确实，开始的时候没想，就是没想过自己可以做成现在这个样。然后我们就是开始的时候，前面那块菜地就是校长帮我们开开的，对，都是爷爷教的，然后现在好多苗都他拿过去的。爷爷教了40年的书，我72年教书开始教书，到2010年，也下半年才退休。你难受吗？没事。你昨天说感冒，现在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我那应该是肠胃引起的，然后或者发烧，然后这两天还在拉肚子。就是老发烧不好，我先不行，领了下卫生所。嗯，行，爷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要回去了。来这里一点东西给你们吃的吗？没，多吃一点。我多吃点，没事。嗯，身体要照顾。没事。他最近确实是有点太脆了，感觉很不舒服，身体。对。我领着上卫生所。嗯，拜拜。哎，医生你好，咱这能输液什么的吗？可以。哎呦，输这么久，30。还疼吗？这会儿好了，这会儿不疼了。感觉回到小时候了。那天天你们就是换着班陪着我看病，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搂着那个搂着我脖子就抱着你，就来回走，完了一会儿睡着了，还是这个抵抗力不行。你小时就挑食，最小的时候一口青菜不吃。对不起了，志恒，哥哥答应你今晚吃饭，然后没做到，等哥哥好了陪你玩哈。一个小朋友是这那个当地的一个小孩儿，我们那时候去支教去学校的时候然后认识的，也姓陈，也是他奶奶姥姥天天带着他。请讲请讲。哎呀，谁下课了？哎呀呀呀呀！马上再上学的话，也得出岛上学了。你们当年上军医之后，开始归队了，家长就陆续走了。你奶奶在火车上哭了一道，哎呀，就是想，哎呀，这孩子他们行不行啊？能不能想家呀？哎呀，那时候我就不敢看你了，你知道吧？我估计要看你那时候就，那还有止不住了。哎呀，当时就是哎憋一股劲儿，就是陪着你考，但是真考完之后吧，哎呀，聚少离多，你说天天看不着你，是对还是错呀？12岁，什么概念啊？上班了，工作了，当兵了。哎呀，但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想想，就觉得这么多年走过来，一看，哎呀，从来都是报喜过，有一回家拿个奖章，哎，拿个证书，拿个奖状，就说，哎，你看我评标兵了，哎，我是先进。其他的事情他从来不跟你学的，那怎么补啊？怎么各方面的？咱俩性格挺像的，都是不太会表达那种。我小时候打磁卡电话的时候，就好像不到3分钟吧。你一说话就短，我想跟你多了解了解，多聊一聊。哎，你就说我没事，挺好的。多都是报喜不报忧，咱爷俩这性格真是很像，都是不善于表达的。你现在说心里话，你。有没有过埋怨我们、恨我们的时候？没有，这挺好的。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儿子，你真是爸爸和妈妈的骄傲，真是也是我们的自豪。你喜欢做的事，你就去做，对不对？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对不对？大不了回牡丹江呢，对不对？爸爸还有爸爸妈妈在说，这个家永远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对不对？拿纸呗，擦擦鼻涕。都潮了是吧？嗯，没事，没事。有时候跟你妈唠嗑的时候，我说咱儿子，我这真是给咱省多少心，在外面是辛苦遭遭罪了，是的。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哇，好多华莱士，来了那么多亲友，相聚时刻当然要一起分享华莱士才更棒啦。先到先得，来给你尝一下闽南蒜香大鸡架。哇，香酥入味，这蒜香也太顶了。哼，和亲友一起分享美味的华莱士才更顶。走起，走吧。回家包饺子喽。先把馅儿先和上。要帮忙吗？帮忙。好。我们来帮忙。来吧，你帮我洗这个。这个什么？酸菜哦，你买来寄过来吧。东北酸菜馅猪肉饺子是不是听过？听过，我就喜欢酸菜炖五花肉。这是他们东北
那特色啊，对，好吃，对，粉条呢放进去啊，是要搞粉条，对对对，我们加芹菜，我觉得这样会快一点。皮有吧？皮800吗？包着脸吗？哦，800的皮。800的，四个口味啊，猪肉、酸菜和猪肉芹菜，羊肉茴香和牛肉，大家一起。包饺子好了，来了，哎，来，我也来学，不会的过来啊，不会来了，浩特，快点，你先学会教妈妈，谁教教我？我也要学，老师在这，老师，对，来，跟老师学，你看，来，这一点，大拇指一定要捏一小，你看这个手指是托着的啊，然后这捏一小点点，别一大拇一个手指全上去，一小点点，这么竖着捏，对，这个馅儿看着好香，还是对折一下。对折一下，然后拿食指的第一个节，然后这么荡一下，荡在这个环上。这样对不对？对。我们应该包的还可以哈，我们。我知道。你行吗？可以。我们如果20个人，一个人包40个。现在大一点。你们之前包过吗？没有。我有教过外国人包。你凭什么？对，我凭什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外国人包的比他好。包出来之后，所有人包的都比我好，然后我教他们包的，我也算半个老师吧。捏一下，差不多，然后捏个褶，两个褶，三个褶，然后这边就一块儿，对，一看就会，一放手就会，可以试一试，来，再简单操作，爸爸也开始了，你们要从源头学起，师傅一讲就懂，自己一做就忘了。我就是，这包我好丑，我天哪！哎，可以，但是这个边儿破了，馅儿整少了。对，拍照，对，来，哎，完蛋了，第一个就是说，哦，你这个你觉得馅儿太多了，你这是韭菜盒子，你这是羊肉盒子，你这不是饺子，韭菜盒吗？馅儿得少一点，对，馅儿得少一点。饺子过程，对，一块儿，对，妈妈，你在包春卷吗？春卷，我才包饺子，你看不懂啊？你看，怎么你包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妈妈？谁说？那个刘应军都说我包的可以哦。刘应军老师主鼓励式教育，怎么样？对折，很不错，非常不错。你看，这个不是我吹的吧？阿姨，是这样吗？啊，对，就是这样的，很好的。我这半边还行，我这半边是不是还行？这半边怎么回事？他是不是他自己应该是有一点点他自身的问题在？你那个行什么行？哪里就行？相当不错，这两次就相当不错。对的。相当不错，相当不错。慢慢进步。对呀，然后好像过年呀，过年了，来吧，新年好呀，大家，新年好呀，大家新年好，对，我们现在在包饺子，就真的有种过年的感觉，然后一大家子在这里包 ，Hello， 新年好，新年好，Hello， 我们来帮忙喽。Hello， 你一个人先包，我去拿一个，带上筷子。好。会包吗？我会一点。这个菜可以。来。哦，他这个买的这个他比较的机器压的，而且我看你包啥，要不要？没关系，只要不散就行，你可以放少一点。你们家常吃饺子吗？我们不家常吃饺子，吃炒粉干，年年有余。过年的时候吃芋头。哎，你们那边都是过年的时候都包饺子？对，包饺子，各种饺子。我们那边包的有一种包法叫抄手，就我们那边很少包饺子。对，东北包饺子包的多。我们这边还真是。对，我们南方其实真不太会包这个饺子。对，马来西亚包饺子。不包，包馄饨。那个馄饨很好包。对，馄饨比较好。就是你按一下，按一捏。对。好。他这个手直接这样挤就可以。对，就是手这样。哇，你跟张俊长得好像啊。啊，真的。镜子，你遗传你姐的美貌。没。溢出来了一点。
没关系的，它不会散的。因为又没奖品，干嘛？不要在意了吗？你平时跟爸妈相处方式就是这样？对啊，我们平时说话就……哎呀，浩涛怎么从小就怎么培养他性格这么可爱？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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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的，就是很少有男生的性格特别的就这么有意思吧，有趣，他是很有趣的人。父母的教育跟我们都两样吧？不一样，不一样。我是比较散养。我也是散养的呀。我们其实我昨天观察下来，我们十位少年基本全员散养的感觉，全员散养，都很独立的那种感觉。嗯。看啊，一手二，放线儿。好，三。他不挤不了这一块儿吗？再给你来个玫瑰包啊！那你就拽一下是吧？哎呦，我挤出来了。好，后头去吧。挤出来再包一张。嗨嗨，回来了回来了。嗨。最后一点。哎，看一下飞的手艺，你会包吗？好好看，好好学。这么多啊？这不会包漏吗？飞，这个是馄饨皮儿。哦，馄饨皮儿啊。哦，我抄手。完蛋，薄了。要做个馅饼送了，行，这样吧，拿着你的破馄饨走吧。你拿着你的破馄饨走。那这月亮好圆呢，真的，这几天月亮真的漂亮。吃吧，吃吧，开动喽！过年开始，过年开始，吃吧。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上一次吃饺子是啥时候呀？但我们那儿好像还经常，蛮经常吃饺子的。来找你前不久。你非常厉害，都互相找不对方吧？你吃的过你尝尝看茴香吗？这是啥呀？羊肉的。都牛羊肉，没有鱼的。哎呀，那个像龟龟包的应该像龟龟的。这个应该没有，我包的没有这么好看。哎，我们这一锅应该是一个包的特别好的人包的，特别的那个劲道，是吧？嗯。咱们这个应该是特别全是烂的。你在这，你在这。这是啥？榨菜。是不是榨菜？榨菜可以可以，我们川渝都吃这个的。谢谁？我这是筷子头。这谁做的？在妈妈在，正好时尚是。各位需要榨菜吗？这个榨菜，谢谢。可以加一点。不用，谢谢。说了，本来不要，丁真给的就要。丁真说：“我受不了，李哥，别玩剧情啊。”丁真受不了这样的吗？报一警。报一警吗？多给他点没问题的，谢谢谢谢，可以了，谢谢谢谢。你要吗？要，来点，谢谢谢谢丁真，谢谢，这儿。一点点，我吃不了辣。嗯，好吧。这是木瓜，好吃吧？好吃，很香。要吃辣的就能吃，不吃辣的。眼泪快出来了，辣的。辣，但我不太能吃辣。你以前也是不吃辣的嘞，后来怎么又还是吃辣了？他们在外面肯定吃的东西会辣的。嗯。他们在长沙待了一段时间，冷了。啊，现在你不是长沙人吗？我是岳阳的。哦。啊，其实是深圳长大的。嗯，我老家是岳阳的。大学毕业以后才去长沙的。哦。他们说小孩在哪里生的，他的口味就偏向于哪里。浩特在哪生的？温州。温州。嗯。我口味就偏咸啊。没有，我们那清淡为主。好像一口咽不下去了吧？好几次我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说好好咸，我说没有感觉。不是呢，那是我们味觉有关系。好，我刚上去，我发现有个老师在拍我们床的空镜，马上把床整理了一下。真的假的？为啥今天拍这吗？不知道。因为今天的最干净的一天。今天最干净。你说我们这个卫生环境能坚持几天？今晚，我觉得也差不多。明天啊，就明天，明天。我比较就是你知道，表里如一，今天来都没有额外收拾。我感觉已经收拾了一下。额外收拾了，小的。没有没有。二弟，你习惯岛上的生活吗？岛上的环境，你有醉氧吗？有没有醉氧？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那里我觉得挺好的，我也很想去，但我就怕高反。我觉得那边很好看。没有高反，不用怕。是你们那边没有高反？你们那不高吗？高。哦，对吗？没问题，夏天的话没问题。为什么夏天跟冬天不一样？因为冬天太冷了，容易高反。哦，夏天不热吗？
你们那儿应该也热吧？不热不热，他们风吹着很冷。哎，那可以，以后夏天可以去玩一下，去吧。哎，您觉得他瘦了吗？没瘦。其实瘦了。没瘦。他是黑了。又黑了且瘦了。我不要说我说的，我说我身边的朋友说的。他说徐飞身边那两个好朋友加上徐飞，他们有点蠢。然后呢？然后呢？再等先后扬。后面那些朋友说，如果我们上去，他们那个展厅，我们一个礼拜就做出来了。好好好，过、啊，不能再说了，再说呀，我这个展厅要黄了。这一次哈、啊，其实看到徐飞，其实的确他在成长，因为以前如果你说一个装修叫徐飞去计算那些材料，他根本计算不了。但是今天去看了那个展厅，其实在他们有限的条件、有限的财力上去做到今天这个状况吧，我都给他们打120分了。我今天跟那个雨农，我们去看了他俩的那个项目，就是给老校长那个装修，两个小孩能整成这样。他俩说，当他俩完成了那项项目的时候，他俩就哭了，说不像自己做的，自己能做成这样，真的就很有成就感，确实，真的。挺骄傲，对，很骄傲，很骄傲。哎呦，这养个小孩儿能做成这样，又是也不小，妈她30了。哎呀，趁农哥不在说这些，就在我面前肯定是小孩儿啊。还有一个月的那个时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项目都能够完美的结束。好啊，好。弟弟对你哥的说，和弟弟说。对，我觉得呢，就是今天去逛了一下那边，天湖嘛，嗯，和鱼排，嗯，哎呦，感觉那个鱼排真的有点老，有点老火，就是有点危险啊哈，希望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加油，这一个月多白回来，白回来，很重要这句话，都白回来。比我黑，我现在很自信，好吗？不是，你要知道，重点是我妈今天还开丁真玩笑，说丁真是捡来的，怎么跟弟弟差颜色差这么多？他们俩是亲兄弟，我是哥，我结来了。我跟我哥刚见面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就瘦的像个又黑又瘦，像个黑猴一样，然后就是今天知道了为什么会晒成那样，就是很晒，就很辛苦，很辛苦。嗯。哎，我脸上不都油了？还行。这么多人，来腾一下，往这边移一点。不好意思，回来晚了。没事。这还留个中间位置，别来坐吧。可以。哦，谢谢。来，还吃点饺子啊？你坐吧。阿姨，你往这边点儿。啊，没事，不急，我们吃完了，我们吃完了，我们吃完了，刚回来，有点懵吧？还没吃也没喝水呢。很抱歉啊，我那个回来晚了，没有和大家一起亲手给孩子们包顿饺子，因为有特殊原因，雨农呢近一周腹泻，而且发烧，胃肠不适，今天走了两个点，可能也热的事儿。冒虚汗，脸色也不好，就说我们请假去下面这个医疗所去打点滴的了，四个多小时，打了4袋，状态好一点，好点。辛苦了，辛苦了。第一次上岛呢，就聊点感情。应该吃吧。叔叔，你们先吃点吧，你们吃点吧，吃点吧。我不吃，我这两天只能喝粥了，嫌我挂得慢，因为今天挂了快4斤的水。他说，要不你口服吧，口服会快一点。亲爸，我着急嘛，想跟大家在一起，是不是？你想给你们包顿饺子，是不是？我想说一句嘛，我邀请在座的少爷们及家人们到我们四川来，特别是马启瑞哦。哦，可以，好，没问题。因为贵贵的堂姐，昨晚我们看的视频嘛，然后他是 love you。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贵贵也很棒，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马启瑞。哎，对。
题，没问题。他应该是个铁粉，他也曾经，我们出发的时候也曾经给我说过，就是要给罗贵府和小马要说，要注意爱惜身体，不要太熬夜。主要是给小马说吧。对对对，顺带说一下我。龟龟现在比我熬夜凶多了，是吧？阿姨多劝劝龟龟。我没有好熬了，谢谢马哥。好的，你们彼此监督一下。谢谢阿姨。好的好的，欢迎来四川，真的欢迎大家到四川做客。来吧，下一位，来肖。来吧。接着到我来。肖，快来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今天感受了这么短短一天，我就觉得大家特别。那片鱼塘看到没有，基本那个鱼都已经一半身子已经在馄饨皮里了。预售。没有没有，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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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菜的黄鱼馄饨大卖特卖。感谢感谢。我真的，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那个饼饼呢，是他设计的。他推动了，他推动了。我的妈妈，我好厉害啊！然后真的，他在这里的进步啊，这里的一点一滴，我真的我看到了，真的。你要说我不敢，那是假的。其实我跟他有时候打趣的时候，就是想把这种情感呐、压下来，不想表露出来。我怀疑我后天走的时候，我怀疑我会哭。哎呀，真的。你看晒得黑黑的，然后啊，还是我也没有表达出来。我觉得哎，男子汉嘛啊，还是要有担当。他今后要担起他的一片天。可也没有没有我没有。地了就有了。别妈妈，我害怕妈妈，别搞这些啊。想起别的，想起别的，想起开心的事妈妈。他的这个扁扁不是要落地吗？现在不是你们全部在搞。我说我等他落地以后，我要带着我的朋友。啊，过来来看，然后我会很自豪地跟他们说，这就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小伙伴们的成果。哦，好的，真的，我真的会很自豪的，一起加油啊！好，加油加油！好像看到儿子的那一刻啊，开心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忘记了，真的就是那种感觉，觉得挺开心的，给他们能做一顿饭，他们吃的，问他们。这个几样馅儿做的怎么样啊？他们都说好吃，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陈涛嘛，从小到大其实都没干过活，对，这次能坚持就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参加这个节目，对，我也觉得他成长了很多，对。希望他把这后岛屿少年的剩余的这一段时间，过得更充实，过得更好。他和小伙伴们的一些愿望全部达成。雨山岛，我觉得这个岛很美，很好。不管是尹龙他们现在这个岛屿少年在规划呀，在建设，今后这个岛屿应该能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一个度假胜地。我觉得挺好的，在雨山岛，他们说辛苦啊什么，我觉得辛苦也好。他们年纪轻呀，想干点事情，给自己不留遗憾嘛。将来想想，哎呀，这个我这里干过多少十天、120天什么东西。对吧？也挺好的，我觉得。来，
三二一，开心，开心。上百度搜索岛屿少年，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那个桌子可能用刷子刷呢。你那个东西有两块吗？我们帮你。不用不用，您歇着就行了，我来了。你要不要穿雨鞋？不用不用，不穿不穿去。那打湿了呀。我这鞋防水的。直接开始。现场看题障碍吗？是吗？对对，真的。我爸给你们都做了团，快去吃。哇，真的。真的。走了，太好了。好，一转身。今年第三号台风格美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台风格美也在朝向我国东南沿海。抗台抗台抗台，走吧，去战斗。白天上次是我最大的，现在是我最开的，来给我，来吧他，放下，七七八十斤，干啥呀？完了完了，落后了落后了。来来来，要比的是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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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他们卷他们，快点！天哪！说完了，重新抬，重新抬，抗共。合同没有这一条，你们乙方和甲方都会收到我们律师函。雨大了，雨变大了，登陆了，登陆了。怎么漏这么多水？哎，转移转移，总有一种大本营被摧毁了的感觉。顶漏了，小马是真的沦陷，全吹倒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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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心如刀割，我现在的眼泪都已经是汗水流干了。你的眼里没光啊！该了。60万，我们俩能做什么呢？太可惜了，新场粉不有用吗？现在这场景就像做梦一样。我们会度过的，是吗，孙老师？岛屿少年一周七天不停更，周日12点爽看两期正片，岛屿碎片放送更多精彩花絮，周一12点会员专项加更版，一起摸鱼吧，少年直拍同步上线，更有超多独家衍生，每天中午12点一起解锁少年更多有趣瞬间，少年每日陪伴直播，独家24小时慢直播，锁定优酷岛屿少年官方直播间。今天最高37度，哇，那个后院的杂草都长到就是，哥，你看这个草现在长得就是非常的茂盛啊，你那是不是有除草剂？然后咋用啊？用锄头锄锄就可以了，杂草要这样子不好。什么？哎呀，嘎手啊！完了，给鞋子揪出来了，插进去没事。这时候埋进去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拔呀拔呀拔呀拔，可以可以可以，毛巾可以。万事开头难，先苦后甜。对，先苦后甜。哇，太干净了吧，我们太厉害非常非常 perfect。